朋友们好啊！今天不用打字儿啊，不错哎。啊，不用打字儿，舒服多了啊。今天是野狐人气争霸赛第9期的决赛啊，两位选手是龚子豪对王星浩，印城之霸是龚子豪，王星浩是于道峰。晚上好，座晚椅上先生晚好。上好，座椅先生永远每都是第一，次来的都最早。对，肯定是前三位。龚子豪是半决赛刚刚赢了党一菲啊，2-0，然后稍早一些的一场半决赛是王星浩2-0赢了赵晨宇。这个决赛的用时呢是更长一些啊，我们看是每方1小时啊，而且读秒是40秒啊。时间会更长一些，40秒读秒，对，因为韩国的比赛40秒比较多，但哦，中国比较少一点啊，应该没有。是，我就说感觉我四们十自秒创的，相当于，不常见，就是觉得一分钟有点长，30秒有点短，短，就是30秒觉得跟那个前面的轮次比的话，5秒等于是一样的时间了差距就，不大。对，所以说就弄了一个40秒啊。我要去拿个蚊香，拿一个蚊香，怕被咬死。没有声音吗？应该可以听到吧？啊，这个四件夹很复古啊！这个四件夹我感觉我很久都没有见到了。啊，应该有声音是吧？四件夹我看一看啊，这个棋。好久不见四件夹的变化。可以啊，咋了？谁跟谁下啊？是龚子豪和王星浩啊。张书飞往这边这两走。位也是，野狐人气非常高的两位选手啊。尤其是王星浩，可能他这个现实中成绩就是慢慢上来啊，也是跟这个野狐的成绩先打出来有关系啊。应该说，王星浩就是这个 TWT 杯的比赛2-1赢了申晨旭，应该说是一战成名啊。向老师赢了吗？向老师那天是输了，那天1-2输给了杨锦鑫啊，那是第10期的啊。我们这2期等于是可以说是交替着进行是的。的。看看四件加黑棋的变化啊，刚刚能听见声吧？能听到啊？哎，你的眼睛为什么点了这么多次关注呢？哦，四件加黑棋就这么简单的下啊，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啊，觉得这个黑棋下法过于的稳健啊。这个通常以前从我小时候学棋来说，黑棋是不可能下的啊，因为黑棋你看这走了一排，只能走一个拆二啊，就是感觉是被白棋这颗子给限制住了黑棋的这个模样啊。但是决议这么走，那我也不能说啥，就是正常来讲我是不肯。黑棋是不肯这么下的，当然脱先是可以啊，脱先的话是可以各互相扩张啊，这个是有可能啊，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啊，实战，吴老师下的很厚实啊，吴老师。我给把这个调再大点，大家说听不见。昨天赢小申的棋手什么来历啊？是我也没听说过啊，应该就是个新锐棋手啊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最近流行压完了走别的啊，是这个棋。刚才决议是要拆二啊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下的话，大概率还是在这儿加攻一个。这个是什么平台的围棋软件？是我们野狐呀。对，这是野野狐狐围棋啊，的平台啊。你们说听不见，我要自己进去看一下。我看到也进错了。是某音听不见是吧？
稍等啊，应该可以听见吧？为什么没声音的话，是不是你自己没有开呀？有声遇到音的？声音，嗯，我都听见我自己的太声音清了。晰呀、刚才说了，我这个如果我下的话，我会在这加工啊，看看决议。刚才决议的下法是拆二，不知道下了几步之后，决议会不会又变卦了啊？不只是战鹰在这个平台下哦，可以说会下围棋人都会在平都在都会在野狐下哦。鹰印同框，张老师看到了，我没看到。啊，在哪？我在野狐是看到过呀。这个说实话，就是我们野狐搬家之前，当时我们那个野狐研究会还在开的时候啊，我已经发现了他们俩了。其实，啊，这么早就有？大概应该有至少有5年以前了。应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，就是训练室里没有人了，就他们两个在摆棋。那看见了不止一次，那你觉得我还能不懂吗？只不过那个时候，就是两个人名气都不是很大，所以说那也无所谓啊，就没有人太太多多人人关吃，注是不对，是？就吃瓜的群众比较少啊。少，嗯。现在决议一选还是拆二啊？我看看啊，我这个加工是二选也不错。白棋拆二，黑的不走，白棋拆二，黑的要震一个加强。是的，余岛峰是王星浩，应城之霸是我们的顾子豪。顾老师一开始就用时会多一些啊，因为顾老师的布局啊，之前也说过，相对来说是一个弱项嘛，所以说他布局的时候会多用一点时间啊。幽银龙，你说你是围棋初学者是吗？那嗯，你可以以后就常来我们野狐下棋啊。对啊，可以多来野狐下棋，说不定你还能遇遇到上，我，对，能遇上夏夏老师啊。你有多初学？因为前两天，上周是吧？我们刚直播了，哎，我看到了蚊子，颤抖的。刚直播了那个党一菲跟顾子豪的半决赛啊。当是时两的。盘棋都是顾子豪棋面不好，然后逆转。那所以说，顾老师肯定时间多，就前面先多用点时间。今天没有现场画面，星落东南方。对，他们两他们位今俩天都都是在在杭杭州。州，然后我们的设备已经寄回了北京，所以没有什么现场画面了。我问了一下啊，顾老师应该是21号就是离开杭州，然后现在杭州那个就是酒店啊，最多只能住到21号，但是他已经可能是买好了21号的机票，所以说如果他们俩1比1的话。那这第三盘什么时候下，这还是个问题啊！回北京，回北京。那如果回北京的话，有可能得等到10以后了，要等很久才下这盘棋了。大家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现场？对，如果是决胜局在野狐，我们在我们野狐下也挺好的啊，没有是决议啊。嘛。我们你看这个一选啊，拆二啊，因为他们两个这个棋啊，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用时啊，一看用时的话，那就是野狐的比赛啊，比赛的画面，那我们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有决议的啊。那看决议只能是我来放决议图啊。野狐七，你还让我让你子儿欺负我，是王不是王七吧？他俩就即使在一同地上，但也是用电脑下的棋，这怎么说？又网又面。想看野狐现场，那可能就要等得久一些，可以吗？等到二位都回到北京，他们两个人这个面壁的照我片，你发看给一眼，我，我发给你。快快发给我，我看一等会下。儿啊，我你发给那啥？我发给你群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能在那个咱的那什么上发给我吗？咱的这个企业微信上发给我。那我不太会弄哎，那你就那啥我发就给我，发在微群信里发是给吧？我吧。看看又网又面是什么呀？工作生活累了，下下围棋挺好。您这个爱好不错呀，我不行，我这个脑瓜这子个棋决议是先尖冲再拆一遍啊，那就是这个太嘎了。在右边拆一个还是比较普通的，这个很容易想到哈。朋友们，又网又面，俩人跟上网吧似的。哎，等会儿我先。你这我形容多对，又网又面。两个人面壁思过正在啊。
我不是下载了吗？您要来野狐围棋看啊，野狐围棋其实也没有变化图，野狐围棋这个比赛也不能有变化图。太搞笑了！嗯，哎呀，坏了，我动了这个。我来吧，张老师。好，我看一哎，下。走哪儿了？这个子不是你落的吧？你应该你落不上我没去。碰啊，我没有碰啊，啊，这步棋走这儿了。我没碰啊，朋友们，我可没有碰，这锅咱可不背。看不看照片？现在看吗？这不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棋难道不是滑标吗？这个棋有没有滑标的感觉啊？这么飘逸。啊，我要赶紧看一眼胜率了。这个，这个棋还能往这儿码这吗？棋一看就是高手下的，这步棋，我第一感是下下误碰点上去的。啊，我碰到了吗？不会真你应该是我碰上了应该不吧？会是你，因为你这他们俩自己往上下的棋，你对落不呀，上去我啊。上不去啊，这我应该落不了子的，下至一所以手，说必须得看一下这个胜率啊，这步棋。下至一手就点天元。这个，如果说普通的，刚才跳一个，我是能想到的第一场，啊。啊，这个决赛棋第一场。没有降胜率，那就是那只能说明两个人研究的挺深的嗯，很臭。啊。只能说这步棋就是那我估计不是会下摆那儿。过啊。如果是摆过的话，那就是也很正常的，想多了，而且想肯定多是了。摆过，否则不可能往这儿下啊。哎呀，只能说年这轻应人该。们。很刻苦啊，那么白棋如果下这里，黑棋肯定会往这边加工啊。好大胆。我直接打入，我觉得黑的会加工，对，很快的加。这个棋怎么说呢？就是按照以前的思路来讲，这棋要走，正常也是跳，很难有走它实战这个的感觉。那我会往上走。因为你走在这儿的话，那将来黑棋打入白棋这个棋形也很薄弱啊。可不可以继续像这样往上走啊，张老师？白棋对，我现在，不是啊，没有落这个黑一，你说黑就不是这个不，这腿不伸这儿。啊，走这儿这啊，一带对，可以。可以啊。你这个棋，作为业余选手来说的话，走这儿也无可厚非啊。就是，如果没有 AI 的胜率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宁愿走这儿，也不愿走到实战这手棋啊。这个就是夜4以下下在这儿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。啊，那不就是我吗？对啊，那不丢人，这步棋下的啊，绝对不丢人。行吧，来给大家看看这个，像上网一样的这两个人吧，像在网吧下棋似的这二位，快看看这个又面又网的呀，朋友们，这间应该是小训练室太啊，搞了，看起来就是跟他三星预选的那个，你再瞅瞅这俩人。和那个三星，这个是黄玉忠老师刚给我拍的啊，太搞笑了！他俩像不像上网？朋友们，这是又网又面，面着下网棋。这间房肯定很小的，这个。哦，那这棋盘这是就是这平是应时该是一也个，是训。对，应该是一个研究室，感觉上是一个哦。小的训练室啊，他不可能国家队训练室只有一间嘛，对吧？肯定还有一些小的嘛，他们俩就在这间小的下，很有可能那个晚上那间大训练室，还有那些，要下亚运会的人可能要用这有什么好窥屏的？俩人屏幕一模一样，有什么好窥屏的？的。反正都是很皮实的电脑。网吧面积，确实，又面又网，我就说吧，有感觉的。线上面积。不是亚运会的，哎，亚运会我们下周我们开会始。发现啊，后边两个手机是不是给收走了？哦，对，是老网吧？友可能看不到，可以往上挪一挪。这儿他们就看到了是对，你看桌面上。吧？啊，我先看一眼。哎，我手瓢了，这咋整？你让它回归原位就好了。给大家这个小点。
看一下，在这儿，他嗯，给他们收走了。嗯，好，尖冲了一跳啊，白棋下的挺好看，这棋啊。俩人能说话吗？他爱说就说呗，嗯，不是，你就当成他们俩其实是下面棋也差不多啊。就是拿电脑下面对，棋。就是其实他们在野狐下的时候，以前在我们这间屋下，那也真的这是样吗？对面对面的，还不一样，就比那个更抽象，对，纯纯网吧。只不过就是把电脑等于屏幕给挡上了，把自己的脸有可能。但是他们如果自己带笔记本的话，屏幕没有这么大，其实挡不住自己的脸。哎，一抬头就看上对面。对，就是跟下面棋很像的啊。今天，对，今天这个鹰酱这个算是那个官宣发糖吗？这人在哪？他在杭州。那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算不算发达。是在杭州，他俩在杭州。问一下，《棋魂》中那个网络棋手是现实发生的吗？好像他们用的那个平台，不会是野狐应吧？该是，感觉上应该 是。可能会稍微做一些些改动，毕竟是那个电视剧嘛，要播出，是不啊，是？鹰酱今天又直播又说我啥了又 Q 张老师，啥意思啊？你 Q 张老师教的好，？Q 我啥了？是 Q 我那个说的棋臭吗？一顿夸，夸啥了？夸我棋的比他强？啊？是这吗？我也没看到鹰谢酱客和的野小总。诗歌，您这名儿起的好啊！您真的是谢客的诗歌吗？说张老师爱好贴脸嘲讽，贴脸开大。那就夸我讲题讲得好呗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是教的好。嗯，夏夏没有断，碧儿珠宝在哪儿啊？就是我们看到决议这个棋，它靠了这个之后啊，你才会觉得，你才会发现这步棋的意图啊，就是这两个子间隔会比较远一些。如果你当时这个子在跳的时候，你再靠啊，这就两个近棋很离得很多，近，效率就变低了啊。就是这步棋的意图，就是为了下一步棋靠啊，这个棋已经舒服。那就是我这个级别现在下这种棋行吗？行，但是你不容易下得出来这不就学会了吗？呀。嗯，因为你能靠到一下这个棋，还是很舒服的，让黑棋这个后势更加重复一些啊。那么有了这个靠跟退交换，就会发现白棋这个子的位置可能就比这个跳好了啊。主播谁白谁黑？公子豪黑棋，王勋浩白棋直接靠行不行？什么意思？就啊！啊，是。这个图我可就不能再摆了，再摆下去看不，实在看不懂啊！直接靠不行啊！意思是不大伸腿那一下直接靠啊？这在上面的话不叫大伸腿啊，在一线才叫大伸腿。我就俗称的那种抻得远啊的都在抻腿。啊，高大伸腿你可以叫他啊！有气，我问能不能直接靠直啊？接靠，那直接靠的话，你就被他吃掉了啊！这样就送跑不死掉了，了，这个你再逃的话呢，那肯定是苦战啊。这个地方黑的太厚，那白黑的这边还有借用，这边有借用，可能就要死掉了啊。业余下这么容易死棋，是的，上面叫大飞，嗯，你对，看，大飞。那就很快的就下出了这个一选啊。但是如果说黑棋现在搬呢，这棋我看看，肯定得有搬的变化了，不能只有退呀、今儿咋这热呢？啊。你也想开空调了？是。啊？我扇着扇子一般你都会说冷啊。今儿咋这热呢？对，这是大飞。下海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减音啊，多少 money？大家猜一下，猜一下我们野狐的实力，你多少钱啊？有没有知道王爷我们冠军是多少十万来的？一选是退啊，如果搬啊，搬的话白棋就退，黑的还要长一个，那还确实还不如单退。所以说这个棋搬，如果他退的话，黑棋肯定没有心情长了。这个棋黑的肯定不想长，要脱先。但如果还要再长的话，那还不如退。
15万小乔也糊了哟。15万。冠军40万，40万，哦，谢谢你大道无门，借您吉言，以后我一个月工资能40万，太谢谢。先完成一个小目标，年薪40万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果然是大道无门。不对，夏夏对我这个说年薪40万好像没有任何反应，感莫非现在已经不止了？就是我都已经奢望一个月40万了，我还有必要奢望年薪40万吗？啊，这个图这回白棋变回来了，是兼这个了。刚才白棋是走哪儿？刚才白棋是那飞了一个，好像啊，那个飞我实在，然后被黑棋断开了，我不太能接受啊。那这个就能看明白了啊，这个等于黑棋就在白棋空里活一块儿啊。年薪40万对棋手来说不多，是的。我一个月40万，我用不完，我就用40，剩下全存起来。嗯。靠，黑的还没有走啊，那不是退就是搬啊。有大提示的抽签结果吗？那还没有啊，这个还起码还不知道啊。这样黑棋能活吗？刚才那个变化图，黑棋应该是可以活的啊。黑棋罪不至死。黑棋是公子豪，大家看那个小狐狸的头像，印城之霸旁边不有黑子吧？印城之霸是公子豪，于道峰是白棋，是王兴浩。今年业余界只有马天放简直过了40万，我看不止啊！马天放，我看，哦，对，是只有马天放过了40万，但是这才9月份啊，还有后面还有几个月呢。王兴浩对公子豪，于道峰、王兴浩之白。印城之霸，公子豪之黑。挡一飞一半收入来自野狐，说明一次冠军够了。那个挡一飞好像拿了2次啊。对，是决赛，但是决赛这是第一局，三番棋。客观来讲，我看了一下，挡一飞对公子豪本身那个战绩也比较差，而且再加上静静好像身体稍有不适啊。今天决赛，1个小时的用时啊，大概率这盘棋是三个小时左右，三个小时起步，我觉得是。我感觉，不一定，也不一对，定，还是要看那个过程是那种。是什么样的格局啊？如果是乱战的话，那可能会结束的快点。要如果收厮官，杀。对，如果是收官的话，填满了那肯定是要慢啊。这两人是中国围棋的希望最高水平，确实从竞技状态来说，这两个人肯定都是不错的啊。但是比较可惜的是，尤其是辜老师这个今年现在等级分已经是第一了，但是没有亚运会没有出现啊，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啊。老师有加班费吗？老师加班费就是一个鸡腿，而且还要自己买。于道峰是王兴浩，亚军有钱吗？亚军是多少万？12万还是15万？12万好像是吧。谢谢关注。怎么申请当解说？到哪里的解说？来直播间解说吗？还是在野狐上解说啊？笑那两个字儿，我想学学。问住了。不是第二个字儿，本来我还说，肯那定这是，念12。啊，那正念12，谢谢哦，谢谢，好吃不懒做，谢谢浩哥。那俩吗？十明十白明十白二，那啊，底下那个是本身就是20还是12？11点的下完，我觉得应该能吧。鸡腿赞助，好的。正常来说是能下完的。他们还是挺辛苦的。今天下午还下了训练棋啊，因为下午他们还有亚运会最后的备战阶段嘛啊，就是还是继续当陪练啊。下完了，晚上还要下。哦，是20是吧？他俩的布野局就狐像是没有啊，因为今天野狐没有直播啊，这个棋他们在比赛房下棋，所以说直播那个讲不了所啊。以这边的人是观看的人吗？那这是观看的人啊。哇，啊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，哎，这你应个，该都认识啊，那个 YK 是谁来的？那个范老板，哦，对对这对，个范一老颗平板。常心啊，范老板不是，哎，是谁的那个缩写？就是啊，米玉婷的缩写就是啊，字对谜。对对，
段誉、段誉、静静静，静、这个是，飘洁、对，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江东润，这个是大神，大神、一花一天堂，我没见过。梨花一天堂是宝岛第一人，宝岛第一人叫啥来着？不太了解这个省份。宝岛第一人叫那个许皓宏嘛，啊，对对对，许皓宏。然后这个就记不住了。哎，我插播一条广告，亚运会我们从24号开始播哦，朋友们。然后我们上下午播，连着播10轮啊，就是我们上午上班，下午所以上我今天意思是说，我中间不停播了，班。我那一周我就坐这办公了，我就不停播了，中间也不下播了，一直放着。一直开着挺好。嗯，中间午饭呢，咱也来个吃播，晚饭也来个吃播啊。那大象的比赛不知道，没注意啊。没人对，关徐浩注波大下象。面第二个是金明勋，但上面这个人，野狐铁粉能不能知道这个是谁啊？你们如果不看这个，不打开他的信息，能不能知道这个是谁？Face，就是什么 face 啊？张老师可以休息几天，那个待多少点儿啊？对，您是可以替我，你俩一个名对，您确实可以来，要不那替个，身，对，要不您从上海来北京播一下啊？替身。关键是除了把段位给补起来，别的都可以。看不清字母啊，那个 C O R E A face 后边是个，我印象中这个人叫宋之勋啊，不知道对不对啊？我来，我看一们下。看一下。哦，真是，其实我没有听过这个选手，可是，名气不是很大啊。那你看他最近这个战绩这哦，么绿啊，哇，肯定还可以。我连胜多少了？这是哎二四六八十12把吗？呦，你是这样数的啊？我是怎么数呢？因为这个显示的20盘战绩，我把这两头减掉。那我不知道嘛。啊，那你的眼力还是好。我如果看这些圈的话，我就数不出来是12个，不好数，我觉得。大象败了。输给陈浩了啊。高低铺是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叫高低铺啊？你是指上下铺吗？那高低铺，练叫高心低铺。说的，练心，你的小灯牌我按掉了。晚上好，组长。这个棋现在贴没有走那个决议的。谢谢学斌，谢谢雪斌，这个太经典了啊！潜伏也12连胜了，哦，最近状态这么好，这亚运会是不是啊？这个，哎，对，这个来的正是时候，是吧？现在为什么今天没有预告是的，今天没有预告，朋友们，但我亚运会给大家预告一下。贴这个白棋可能要下面爬吧，这个棋爬黑的想干嘛？黑的要退吗？把这顶住，怎么办啊？张老师，我记不住这些，就是学名怎么办？哪这些？些术语，什么爬、顶、退，那我后来给你普及普及，或者你让那个小鱼老师给你普不及一下。是，我知道这么下，但我不知道它读啥。就是，哎，退，想想退，什么爬啊，顾名思义是爬在人家底，在人家底下，这叫爬。那顶呢？就是顶我知道，啊，顶住它啊。啊。那咱就粘连的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那你比如说这个，你比如说你现在往这儿走，那就要粘这个啊，粘上。那如果这是连对上方棋下，那叫哇是啊。吗？这你可以啊，你学的不错嘛啊。那这个叫啥？这个叫啥？拖？那这个叫拐 不是啊，还得看，对对对，整体叫拐，啊。对。没有，你不是整体的话，就是也不能叫拖啊。你那啥叫拖来的？他拖着他那个啥。是，这叫拖这叫拖，啊？上下不叫拖吗？往底下走叫拖啊，啊，往底下走叫那往拖，上走叫立？往上走得看，往上走，比如说这儿啊，这叫靠，这靠？像这儿叫贴，为什么？像这这不儿一样吗？也为什叫么叫拖，靠叫贴？还有啊，说搭这肯定不的一样，压？你这个是紧紧的贴着它，你有自己的子来贴着它走啊，这是贴。这底下叫托啊，记不住，下午就说贴着他，粘着他，我一切统称挨一块儿，在我这里都叫粘着。
看看走了吗？还没走啊，好慢啊，确实是能响。一个小时骑还是好啊，一个小时骑我们可以就是，有个骑行叫蒿，啊，有有叫蒿蒿吗？吗？啊，蒿确实有叫蒿的就啊，是我们东北那个蒿，啊，你看我还可以啊，这个骑，哦，爬黑骑是这样走啊，嗯。它是搬完再糊，那确实比我高一这么一点点啊，我想的是退完再拐啊。那退完再拐，可能他觉得这个粘的行不如虎，这个差这么一丢丢啊。那决议，那基本上就肯定要爬这个棋，确实没有退的感觉啊。那总是爬完再，啊，刚说完他就退，总没关系，我不能说他下的好，那肯定就是决议下的好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张老师下的好嘛，对吧？张老师就是爬完一顶是吧？跟那个决议的图是一样的啊。长考了之后就并没有下出一选啊，猴是啥玩意猴儿？是，猴是这样啊，我知道是猴儿，这就叫猴一个，对对。但是这叫空猴一个，这个棋下完的话，那可以拜下下为师啊，如果走出这一步棋啊。勾搭几顶脱弯虎，那个念什么？什么扑啊？扑飞靠猴？那个字儿太经典了，我是不认识。什么什叫么叫车？车一个车一个啊，车一个，我想想啊，比如说，哎，你怎么这儿？这种去点你的方可能就要车一下啊，就是这个车肯定也是属于黑话啊，这个正常的应该叫点方嘛之类的啊，但大概这个可以叫车一下。一点都记不住这个车实在太高了啊，这个蓝猫 狗。啊，嗯。狗一个，这个一会儿下上我们再慢慢讲棋形啊。这个棋行，黑的肯定也想拐下来每啊。次下一次张老师就科普一嗯，下。你通常来讲这种棋拐下来都是还可以的啊，拐头力量比较大，而且要坚实啊。拐头通常来说都不会是恶手2月24号开始播，朋友。啊。嗯，24号就是这周日啊，就连是播一周。连播5天10盘啊，上午9点半一盘，下午3点一盘啊。就是说，中饭我们赶不上，晚饭同样还是赶不上啊。饿死咱我俩不是是你，我的意思是，咱申请点就餐，是饿死咱俩，咱可以申请一点餐补。完完全全错过，饿死我俩。嗯，我觉得餐补得来一点，哪怕对吧，一顿饭多了不出，报销两个鸡腿也可喂以。喂喂喂，哎，遥远的那个总啊，在看直播吗？嗯，拐啊，果然是拐下来了。拐下来呢，那白棋现在有两个好点啊，一个就是这个跳过来守控啊，但是你守控啊，黑的肯定从这边加工，但是加工在哪个位置不好说，可能比如说在这儿，那如果你去加工呢，黑棋肯定要从这边下来啊，但是刚才黑棋好像下的位置也很神奇，好像走在这儿了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决议的东西，咱们开始看一看啊，因为我觉得我拜的那个小老师告诉我，就是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是要挂角，不要离对方就是。是啊，决议是搬啊，那搬这个就是要惩罚他没有长啊，就是决议对这个地方的厚薄非常看重啊。那当然搬的时候，黑棋如果退，那白棋先手舒服刺激一下啊，非常舒服。将来再一夹啊，再一夹这个棋黑的就非常的，你是不是想说这为什么不叫脱了是吧？如果你没有上面这颗靠的这个子，这叫脱啊。那现在你两颗子把它夹住了，就叫夹。对，你看像不像黑棋中间一颗啊，白棋把它夹住了啊？这叫夹，这样就叫夹啊。那黑棋这边一夹，比如说你在虎这边一吃一粘，那黑棋这个棋形就非常非常的委屈啊。我们看黑棋这一道后势，现在就变成三目棋了啊，非常惨将来。所以说呢，搬的时候黑棋也不愿意退。不过你不退的话，我看决议怎么走的啊？我刚才一百遍我都看不了了。决议刚才好像是走这个。那将来白棋随时下边可以吃啊，上面也可以吃，这那就把黑棋断开了。那个现在白二那个位置，如果是同颜色，是叫尖顶。不叫尖啊，啊，尖啊，那现在它那位置尖叫什么不是呢？尖顶是这样。是这个地方，黑棋走这个叫尖顶，
白棋有个子儿，啊，你一边尖，右边尖它又是顶着它，对，算叫尖顶，这叫尖顶啊。那么你直接白棋直接就叫尖，叫尖。那黑棋要走到那儿叫啥呀？黑棋这叫这个一般叫尖冲或者叫应该叫尖冲啊，大概是。你怎么犹豫了呢？因为尖冲通常是在四五线啊，那它在三线就这种，所以说这种手法是很罕见的啊，比较少。叫点一个，什么叫掐？叫点也可以啊，在底下叫点也可以。黑棋这个下法比较普通啊，靠了长。嗯。这叫啥？哪个？开的不长吗？不是，三十四这步棋。知道这叫啥吗？叫啥？团。像一个团子一样，这叫团啊，不叫猴，这不叫猴啊。有滚吗？有滚。有滚包啊，但是这个叫团啊。那么团这个是想破坏黑棋棋形嘛？你黑棋如果挡上的话呢，那就反正变成一个弯三角嘛。嗯，白棋可能再爬一下底下。嗯，估计张老师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啥？讲不出哪个？讲不出再见吗？实际上黑的是拐啊，那白棋是不是要粘上？这样的话黑棋大概就跳一个，我就不记这些术语不行吗？可以啊，这样大概黑棋跳一个啊。莫非这棋还有立一个的可能性？立的话黑的有可能就挡上，不知道。Bunt， 你会不会冲出来？冲出来这个先被拔了，可能不肯。什么叫掐？那个其实叫恰啊，恰，恰，对，恰，恰，你让我摆还不一定摆得出来啊。饿了，朋友们，饿了啊，饿了。哦，就是立了一个，看看决议这时候是咋走，是粘还是立？可能会立。小鬼把门还有这么个招儿，小鬼把门呢，小鬼把门一会儿给你们摆一摆啊。决议就是冲出来啊，哎呦，跟张老师摆的一模一样。没有，我说冲出来不肯，我说冲出来被提了不肯，我觉得不好。张老师好厉害呀，反向操作。嗯、虎啊，二选是虎，三选是立啊。Hello， 我也没有那个被提了的感觉啊，实战是立起来。那黑的总要补一个段在这个地方。小鬼把门是这个棋形啊，这个底下飞，这个叫小鬼把门啊。这啊，这个为什么叫小鬼把门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，九几年的时候我学习，我的启蒙老师就告诉我这个棋形叫小鬼把门。猴子翻山。猴子翻山我就搞不清了。这么多。就是大家当时起的时候怎么就是统一口径了呢？嗯，都感觉像黑话、啊、二鬼拍门，有黑白无常吗？不是，经常咱俩就是嘛，你不是喜欢穿黑的，我是白的，不就黑白无常？老鼠偷油，下不来。那个黄莺扑蝶、嗯。懒猫，你别光说话，你送点东西来啊！你看看人家那个谁，你看看人家那个。懒猫在哪儿呢？刚说完的那个就是二鬼拍门那个。你看看人家的送的是啥啊？人家你看看人家圣哥当时就上一剑啊！你这光说不上东西。金鸡独立啊，金鸡独立知道，张老师有讲过。隔山打牛不知道，秋蝉引路。你断一个这个棋搞脑子呀、啊！断的话，这是一个典型的适应手啊。这个棋，他如果说黑棋本身啊，如果是挡不上的话，白棋肯定要很有可能拐这个，他怕。嗯。那拐的话，这个白棋脚就很饱满。嗯。那他这个断的意图是啥？你如果吃这个，那就不用说，我先手挡，那肯定是被黑棋占上便宜了啊、嗯。那么你如果吃这个的话，他想再紧棋，那你再拐的话，这两个断黑棋肯定便宜了啊，就是这个意图。但是这个意图能不能得逞，这就不知道了。你断的时候实战，白棋也有可能拐啊。这个拐我就不知道是啥了，你再尝进去。黑子在搬啊，可能是这个想法。那白棋也不一定敢拐，麻白棋一下。
那说不定白棋吃了也能忍。围棋术语确实很多，太多了。但是总比报菜名简单。所以要不我们，要不我学些报菜名。对，我要不我学一个，把这个些就是这个围棋术语编成一个段子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所以这个围棋术语我觉得不学了，以后我统称为这儿那儿。嗯，我觉得如果能把围棋术语编成一个像报菜名一样的相声，也可以的。张老师加油哦！我是不是可以学一下？张老师加油。嗯，就是决议认为这个棋你断到一下亏了，这棋啊，决议不认为断一下便宜，但是对于我肯定是觉得先手能挡到是可以的啊。我们看决议就是最普通的吃啊，这个吃应该是有个，我估计下下都会，下下肯定都会把它吃掉的，都不会放过它。你刚才摆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为什么不吃它呢？嗯，对啊，他就是不愿意被黑的先手挡一下啊。但是决议很愿意啊。哦，就是有的时候决议的棋就是，大部分时候他的棋不容易懂啊。但是这个吃的还是很容易的。为什么两位主播会被认为是在回放？可因为一直在摆棋吧，所以大家觉得在回放吧，是不是？朴实，这吃的肯定是最朴实的啊。那不吃。啊，就是刚才我说这个拐啊，如果你拐的话，这个比较危险，白棋要在底下爬行啊，要从底下渡过去，这一线渡过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嗯，那么现在就考验星号了啊。现在考验星号是反击还是忍耐啊？张老师对镜头笑一下。嗯，倒脱靴。嗯，倒脱靴很容易被不会围棋的人说成倒脱鞋啊。有蚊子？没有，还没被咬，不错。有些术语属于中高级才能掌握，业余五段未必会倒脱靴啊。那不会倒脱靴，这业余五段也够水呀、啊！一夜飞花，长征，这是招式的名字吗？不知道。长征是长长的征子吗？有宽征，有什么？还有回旋征啊，好像叫回旋征。对，就是在拐弯的，就是你正常的征，不是征到这边斜线吗？对、啊，比如说你是这样斜着，对吧？嗯、那有的时候它斜着它拐弯，它拐到这儿来，那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征子啊。哎，吃了啊，这个，就朴实的吃掉，嗯哼，就下决议的招。那总没毛病啊，就这个地方应该是断一下。我感觉从实战的心情来讲，顾老师肯定是愉快的啊。哎，这几步怎么跟张老师摆的一毛一样？那不是我摆的，是决议摆的吧？啊，也是我摆的，是我摆的。你刚才讲的嘛？决议的图是黑棋跳上面啊。啊，你说点在这里吗？对对，我摆的是跳这儿。对，嗯，就是那跳这儿可能更像人的棋啊。最难给我摆的示意图应该是两头蛇，是指这个示意图难摆吗？啊、不是，我发现这个汽车人估计我也认识，我可能全是你请的水军是不是？张老师不是我请的，因为是这样的，今天这盘棋，还是挺受关注的嘛，就是我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下棋啊，所以都会看这一盘。就是他们没事的话，今天看看这盘棋挺好的。那为什么只有？就是只有今天看的，他们这帮大哥们为什么觉得今天是决赛啊？那谁都知道决赛好看。哥哥们，平时来给我们捧捧场好吗？谁好？扳倒一下比较舒服啊，就看黑棋可能不会退，我来蒙一步啊，我来蒙一步好不好？来，我来蒙一步这一带吧，挣个头。
行。或者是这里，嗯，这里有点缓，还是阵头吧。行，看看。我觉得我如果是方向能走，都已经不错我了。发现决一根本不在那一块下。对，我就怕他不往那一块下啊。如果能往那一块下的话，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。你决想一不会还会纠结左下角。啊，他比我还缓，他飞一个，啊。他比我还缓啊！我刚才走这里，我都觉得有些缓。我都觉得有点缓，那决一比我还缓。粘上肯定是不肯，刚才说了，这地方硬肯定是，三选是这个飞，那我这棋还可以啊，就是那已经不错了，能走进决一的前三选，夫复何求啊？就是说明我的棋感还可以啊，我的第一感是在这儿震嘛，是不是？他是现在这个飞嘛，是不是？我的起码方向是对了的，我肯定能可以。碰白的那个大飞吗？怎么碰？比如说这样碰啊。这个碰，那肯定是不太肯啊。如果你再往这儿靠，白棋往上长就算，那你是里跟外的交换啊，就是你的棋走在里边了，我走在外边了。这种交换通常都是，走在里边的一方是亏啊。我知道你这个想干嘛，你想补断啊，你是不是怕他冲啊？这有两个断点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小尖来防守啊。你会发现这是两个虎口啊。是不是？如果他怎么冲，所以说白棋冲的话，黑棋，哎，不对啊，白棋冲的时候呢，黑棋有这个小尖的防守，但是这个尖呢，它又会有别的问题啊。那比如说他一点，你都变成团子了啊。我们看这样的话，黑棋变成一个大饼啊，这个棋形不是很美观。所以说我就是不太想走他这个小飞这么缓的步，我想正过来啊，我想。更追求一点效率。这么看，这个大飞真是下的，不错是吧？目前来看的话，这个位好置，神奇！这个一对步，你走着走着，发现这个就变成一个好点是的，啊。我儿子20年之后能参加这个比赛吗？可以，哎，你看他跟我走的也一样啊。他说他这个三选就是方向是没有问题的，OK 的啊。就是人下棋的话，他的思路啊，就是你不说对杀啊，我说实话，我对杀的话，我可能算不过他们。但你要说如果看看这个布局，或者哦，说方看向方是向的吧？话，那我应该不见得比他们差。附体了，张老师今天附体了。你是谁？我你是是谁？张老师吗？你今天是张老师吗？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呀、啊。那么这个白棋怎么走，我是有点麻。首先，黑棋这步棋是一方面加强自己啊，同时威胁白棋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白棋啊，通常是不愿意在下面做眼的啊。这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不为愿意什做，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两边都是黑棋啊。那么你不管怎么走，首先你是围不了空的。比如说你往下挡啊，比如说你往下挡，那这地方黑棋它不管是打入也好啊，或者说黑棋就算在下面走，你这个地方都没有什么发展，都围不了空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管怎么走吧，就单纯的自己想做眼而已啊。我为什么今天是张卫平呢？下棋的是白棋是王星浩、于岛峰，黑棋是龚子豪、应城之霸。看看决一咋说吧。我这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方向了。我就是一般来说只能是走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脱先啊。但是脱先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放现在，蒙一个吧。蒙一个。蒙一个靠这手棋是尖冲完这个黑棋贴起来的一个常用的下法啊，靠这个就想让黑棋更加重复一点，蒙一个靠。老张今天膨胀的厉害，总敢蒙了是吧？以前都不敢蒙。决议要断黑棋啊，先冲一下，这个棋很鬼啊，这步冲，这个棋形原来是冲的啊，我学了一招，为什么冲呢？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啊。完了，那显然没有我那手哎，棋啊。二选的话是刚刚张老师说的。二选是很早之前的那个冲啊，但是
没有这种，这时候再冲意义不大啊。决一可能就想是个硬手啊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他为什么要先冲再打啊？这个地方决一非常细腻啊，因为你如果直接打吃长，你想立一个啊，你将来你白棋再冲的话，那黑棋一定是拐起来补棋啊，那黑棋是不可能走这个团的啊，黑的一定是拐起来补。那所以说他为什么要先冲呢？那你再打吃的话，你这个接。就让你变成团着补了啊，那所以说黑棋就不肯接了，黑的可能要被白棋这样提起来了，所以说这个先冲是一个这个形状里面很细腻的一步棋啊，你看这个下摆穿说，你看我说先贴一个，但是黑棋这个贴是很损的啊，这个贴不能下，因为你贴被白棋一立啊，那将来我这一吃，你看你一长啊，那黑一跟白二交换你更损了。这样你只是为了做一个眼，而白棋有这个立，这个角已经是不会白的是赢家的了。了。对，这已经这个角归白棋了啊。像你个大学同学，那你大学同学真好看。下一条尊称顾老师，我当然会尊称顾老师。我刚刚说什么了？说了全名吗？那可能是给大家介你绍说过。的恶霸可能，或者你说的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朋友们，尊称我是一定会尊称的啊，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念弹幕啊什么之类的。一个道馆的。哦，您跟星浩是一个道馆的，一个道观的，你就比他小1岁。刚刚我看网友都希望张老师复出呢，什么时候是参加吧？比赛？复出，主要是棋坛需要您。我真的是那个什么，啥？顾虑太多，包袱多了，现在。不是，就啊。是前半盘我真的不比他们差，我认为。你够了，咱下完前半盘就完事儿。但是后面主要是，实在是盯不住啊！下到后半盘基本上都是，就是咱优就，势多大都得输，那咱就下完前半盘，然这点后很无语您就有事儿，就跟组委会说我有事儿啊！啊，我们光辉就留在前半盘。我也接着去直播是吗？哎呀，这个棋双方常考的还是挺多的。老同志后半盘顶不住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野狐账号我啊不能透露，透露完你就是知道了我太菜了，不能给你们嘲讽我的机会。决赛第一盘，决赛是三番棋，对。哎，也行，前半盘您下，后半盘我去下，这样就是锅全是我的。哦，那好。05年，05年现在是三段吗？决赛三番棋，对，现在是决赛的第一轮啊。然后余导峰是王星浩，应城之霸是顾子豪。对，他们会炸耳鱼，我才不要呢！我要默默的下，最近都没有下，之前选点肯定全忘了。谢谢谢谢小礼物。我下到业务拿了运动员证书之后就没有再下棋了，就不打算冲一冲了呗。怎么样，张老师的签名扇？我们亚运会的时候抽一波吧，好吗？亚运会的时候，就是抽张老师，不是亚运会的时候，比如说小申说泰国选手啊，我们哦，就外抽边站张老队师，啊，那个谁，然后比如说朴廷桓说柬埔寨的啊，我也送几把啊，好不好？决赛第二回合定了啊，就是明天啊，就是明儿啊。啊，尖这个一看就不像好棋啊，因为前面说了，这个地方。黑棋就是也不愿意在这走啊，那白的也不太愿意往这边走棋啊。那上面那一块白棋就无法进入吗？你现在尖这个目的肯定是想威胁黑棋啊，是，同时想挡上这个，是，那我估计黑棋可能，比如说咋走呢？下中间。这个黑棋怎么悬点我也很麻，比如说我就来个臭的吧，但这步棋肯定比较臭啊，但是我觉得就算这样交换白的也不便宜啊。
那白棋这个子这个，肯定是围不出空来，只能是威胁黑棋啊。但是黑棋这么多子儿，可能也不太怕被白棋威胁，我认为。不过我这不跳黑棋好像也很奇怪，但是这黑的应该在哪儿选点，我真的是不会啊。看看吧。真过分！你们让张老师把扇子送给大象老师，然后让大象老师钱发给我们，你去他直播间要呀。去他直播间要来要一箱，然后发给我们。费压一下啊！啊，这一步白棋降了好多胜率啊，白棋应该降了十几个点，还好。费压一下的话，等于白棋这个棋形他就觉得很不爽了啊。那这样白棋岂不是上面更难了？也还好，费压啊，粘上的话就是。白棋要挡下去，就是我担心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担心不想让白棋挡下来。那这个应该不会下，这步棋太稳妥了，估计不会这么下。啊，直接粘上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就是白棋在这个地方走威胁黑棋，可能想多了啊，威胁黑棋意义不是特别大。那当然决议那就更高了，先费压一下啊，让白棋尖。那么白棋一会儿就没有好的地方走了，那你现在直接接上的话，那白棋刚才这个图就是先这么走两下，然后再把这个挡上啊，哎，下下的。了啊，飞就是威胁白棋啊，比如说你现在走这些棋的话，那它眼见的有一个靠啊，这个靠就要分段了，兄弟们，他是这个想法啊，这样黑棋这两个观点就没法兼顾了。有人说我吹牛，吹什么啦？大老师，大象也下了。这个比赛，大象好像第九期可能大象有没有他，我记不住了。反正第十期他是已经下了，他已经被，淘汰，对，已经被顶爷给淘汰了。大老师扇子已经有了，好羡慕啊！我还没有大老师扇子，真的，大老师总说什么连线啊、PK 都不舍得送我一把扇子，你下回见到时候大老带把师，扇子去。好的，我见大老师也不多。他总嘴瓢。你可以去那个大老师的那个线下的场地去。我说我报名。这步棋这个靠就是白棋飞之后的目的啊，看看黑棋怎么补。那黑棋不补，白棋要上靠断。这盘棋下的真是够慢的，这才多少步啊？黑子现在就补了啊。说我业务是吹牛，那是吹大牛啊！我要是真业务，现在张老师还能说出话吗？我得叭叭叭叭叭。谁是大老师？大象老师、王浩洋老师。补了个段啊，这盘棋已经1个小时了，还没有下到50步啊，1个小时了吗？这么快吗？啊。啊，果然跟张老师度过的时间都很快呢。说明虽然是不算等级分的，但是这个奖金还是诱人啊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比赛算不算等级分，是不是被中国围棋协会认可的比赛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大家还是懂的，是吧？还是哪个地方的实力多，是不是？爵老师的胜率来了啊！我们看一下爵老师的胜率。大老师线下场地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磁器口。这么好的地方啊！哇哦，大象老师果然有钱。这就是前面说的白棋尖完就想挡这个啊，挡这个先搭个堡垒再说。哎，不过这个地方，这个棋形这么性感的吗？这不怕黑棋飞下来？我有点晕啊。这个白棋不怕被黑棋，这个叫什么猴子什么来着？猴子搬山还是叫猴子什么？问我白问吗？问大家，之前有个人说猴子什么来着？猴子翻山，啊，猴子翻山，这不怕猴子搬山吗？对，大老师是蛋蛋蛋，就是王浩洋老师。不太懂这个棋飞起来。猴子投胎是什么？猴子投胎。
是直播呀，我都在回答问题，我不像直播吗？猴子翻山不是这个，猴脸儿，猴子翻山是一路顶渡啊，一路顶渡回啊，张哥。嗯，咋渡？往哪儿渡？对，大老师开的那个线下班在磁器口。对，孔杰确实也在磁器口，没错啊。但他们俩好像在磁器口的两个方向，而且他们两个不太一样啊。一个是那个，算了，我不给他们做广告成竞品了。了。那倒不太算，因为孔杰那边主要还是以启，就是启蒙多一些啊。好了，嘘，我们也有启蒙哦，朋友们，野狐也有哦。你要放心的话，我教也行哦。哪个家长心这么大啊？婴儿在孔杰那儿学的，嗯，现在学咋样了？要不卖珠宝的？北京碧源珠宝店，哎，卖什么的呀？那肯定卖珠宝的呀。都有什么呀？我要去看看。要王张兴老浩师现，签名扇，OK。王兴浩咋样？现在有点忘了，是挺忘的。王兴浩，啊，你看吧，挡下来了。就是目前来说，质量还是比较高啊。今晚要决出冠军，今晚不决出，不知道明晚能不能决出。我就是启蒙班培训出来的，咱也不能这么说。你说咱那培训班老师给我培训成这样，这个我们提的好，下下前前前男友，那 不是前男友，是前前前男友，前男友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丢了。张老师今晚决不出冠军。嗯，今天一盘，第一盘，明天第二盘，明天交换黑白啊，冲了他肯定就要断啊，冲了必然是断啊，恶霸要率先出招。野狐六还不会教，那你野狐六，我野狐六屁，我也教不了自己的孩子，很正常啊。为啥教不了自己孩子啊？那那这，话不投机就想三，就想动手，你说这能行吗？哪天约张老师，把张老师随身带一这把扇子混过来，行。你约他费劲，你不如贿赂贿赂我。我比较容易得手。这个棋必然是这样吧？那冲了总得断啊，是吧？这个棋感觉是必然的，不会，爵老师不这么走吧？那可就打脸给我打肿了。这白棋也不能不挡吧？这棋莫非还能酥软的跳一个？跳太酥软了吧？都，对，是挡。但挡完真的不断啊？那我觉得挡完不断不太可能，挡完必断，断了再说啊。胜率在这里，朋友们嗯，看在天大上，字。对，在上面啊。挡完我认为黑棋必断啊，没有什么不断的可能性。过去名师都是交叉教对方孩子。有道理啊，有点道理。野狐七夜四不会吧？比夜四高吧？野狐七肯定妥妥的，妥妥的业务。家长们都喜欢，家长喜欢我这种学生，为什么不喜欢啊？但是家长都得报班啊，是不是？开班，明儿就开班。这步挡也很谨慎啊，就是星浩有点惧怕顾老师的大锤，惧怕顾老师的力量，就是冲的话，这步挡都要想一想的话。说明还是钱多要谨慎啊！我觉得不止夜四，野狐七应该不止夜四。兔子，教孩子何必动手？是教孩子必须动手吧？那不是因为你，比如说我教别的啊，是吧？我也很臭，我就能耐心，是不是？但是教棋的话不一样啊，教棋，不是，那你辅导作业不生气吗？不辅导。
他妈辅导，而且一年级也不用辅导啊，一年级咱不会，一年级如果作业也需要辅导的话，那这问题在我呀，基因出问题了呀，这不是辅导的问题是吧？这是基因的问 题。那我觉得是不是就学围棋的数学什么的一定好，嗯，好像是这理科一定不差，样，是吧？大部分是这样。计算力好，脑子够用了。野狐相当于业绩，野狐几啊？冲这个还没有走啊。谢谢，等牌。我想象当年张老师没少用扇子敲廖岩鹤脑袋，这就算是说对了啊，他肯定是没少被敲。夏夏以前是国家队儿，国家队保洁吧，我是。我天，现在保洁的要求都这么高了吗？而且还雇佣童工，以前你就是棋院的保洁。对，野狐棋我觉得有业务啊，有的。为什么生儿子只上高？野狐七如果没有夜舞的话，那真是醉了。冲怎么还没有走？太谨慎了啊！现在双方的时间是差不多了啊。那今天看来3个小时是肯定要下到了，因嗯哼，为这第一个小时还没有，第一区还没有过啊。我以为顾老师会下得快呢。在市场经济下啊，他该慢的时候就得慢。太委婉了 哎呀，喝水吧。喝水，我也去倒一杯。有过四叶三，差不多。你这个转换的可以啊，要不然微信要扇子啊。今天不行了，我还没有看我们有多少把扇，多少把扇子。等下周吧，周日是24号时候，咱们那个亚运会开门红，给大家送一送张老师的扇子。OK 吗？可能地区不一样，也会有差距吧。这个、那个等级什么的。哦，40秒，联名扇可以啊。我签名不值钱。油漆没有业务，为什么没有啊？星浩，莫非去洗手间了？怎么这步棋冲还没有走？亚运会决赛的时你在候，这偷摸吃啥呢？没有没有，对的，这不能吃，我口味没那么重啊。朋友们，看看这个清冷凉棋啊，清凉油。油。网棋谁下这么认真？这可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野狐人气争霸赛呀！的决赛呀。当然认真的，他俩可是就是肩靠肩的下网棋。不带骗的，可以不骗你。你要野狐认证，我给你贴个野狐小贴纸，行不行？我要张老师。这是快棋也不算快啊，每方1小时不算很快。为什么都要扇子？跟纸厂、跟扇纸纸扇厂有协议，大家回答他一下，为什么野狐要扇子？为什么签名要扇子签名？这个嘴呀，瓢喽。张老师现在谁好点儿？现在胜率差不多啊。那而且一般50步的时候，50步左右也不太容易分出高低来。有奖金啊，冠军奖金可40万呢。哎，下了，对，我哎，就果说然，啊，挡完必然断啊，这个就是人下棋不可能冲完不断啊。那除非那如果冲完不断的话，那只能说是突然间发生了什么啊，否则不能不断。就是在这一点，就是人下棋很多都是靠经验啊，他冲完就必须要断，
这是人的经验。我能不能下过野狐七的？我十八 K， 咱就是说十八 K 能下过任何一个人。啊，好相近啊，是吧？两位的那个支持。是啊，我们看看段的话，那已经很快下成这样了啊。那这个时候好不好？反正也得拉出来溜溜了啊，只能比一比力量。白棋是跳这个啊，白棋跳这个差不多吧，大概是。你们开始炫耀签名扇了。哎，白棋只有四十了，那一段啊，段的时候白棋莫非不应该长啊？是吧？刚才是白棋胜率高啊，我记得。莫非这个时候白棋不应该长？大风车。应该白棋应该先打一下再贴吗？我以为长也是比人。哎呦！啊，就弃掉了这个棋，围棋真难啊！啊，这个棋原来不是要作战的，是弃掉这颗子。看不懂了。然后再长完长这个威胁黑的这个，就简单的推一排，推个车就满意了。为啥呀？我要知道为啥的话，我就去了啊。就是决议的这个判断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那他觉得这个地方白棋自己很坚实，黑的厚呢，反正对白棋也没什么影响，因为这个地方有了挡之后也打入不进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白棋搭一个堡垒啊，也就是让黑棋这个后势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。嗯，底下。但是，作为人来说，那肯定是想长出来作战啊，肯定是想这样，就是实战啊。实战刚才我看见白棋是退啊，决议走的，现在是搬。嗯。跟你想法一样。我第一感就是一选变化图。你棋真高啊，棋真高，在这里边的高手不少，看来。这样黑棋重复效率不高。胜率六十到四十，人是看不出来啊，确实看不出来。二十个点就是一两目棋，好像就胜率到八十，感觉有的也是。也看不出来。是吧？嗯。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下陀老的棋，陀老本来胜率是八十多，他一步棋变成对手八十了。但是他那步棋显然是经过了思考，他觉得他可能还优势，嗯，很有可能是这样的，嗯，哎白，哎，这样下感觉白棋地界少了呢，黑棋可能会把白棋怎么封进去啊？嗯，可能会各种压啊，各种压把白棋封进去，对，压这个，谢谢地球物理人，压这个的话，如果你白棋退。那黑棋可能再压这个，再压这个，就把你封进去了。封进去的话，白棋就要花一手棋在里面做活，那就是比较委屈。那这刚才决议那个比试太惨了。啊，是啊，就是你逃出来这颗子，然后你这个这被封进去了。对，那就是你长出来这颗棋对黑棋影响不大。黑的如果是中国联通了的话啊，嗯，都变成一道后势了，那你这颗子变成一颗可有可无的残子啊，那就意义不大了。白棋长肯定是想分段黑棋嘛，好难啊围棋。但是所以说贴的时候决议是白棋要搬起来啊，啊，现在他没有贴，他非压这个，那白棋会不会雄起一下啊？兄弟们，我觉得白棋。是时候雄起的拐出了啊，因为刚才被贴住，老张今天是不是这么白？是不是美颜？每天都美颜，每天都美颜。阿蒙可能来的还有点少。我刚才想说，为什么白不下这儿呢？那白棋现在就要下了呀，而且决议刚才说黑的要压呢，白棋肯定想拐啊。这边上面怎么，当然贴下来这个是什么情况，再说了。白二子要成瓮中之鳖了，那这样是不是也能蹭啊？比如说我在吃你粘，我在冲啊，这边白棋罪不至死啊，这个拐头太诱人了，这个厚薄啊，我相信决议一定会给我脸的这次。哎，不对，你不能摆上。对对对，我不能摆上。
我相信决议。哎，我怎么点不动了？啊，已经走了，因为已经走了。我们看看决议，信号也那现在快就看一下决议。拐出来了。对，信号也拐出来了啊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急所啊，这个拐。你们发现了吗？这个啊，八七五十四是吧？这个拐肯定是一个急所。我们看这盘棋用了几个拐，是不是？这个一拐，个，对，这个拐也是一选嘛，对吧？这个拐也是一选，所以说拐头通常都是铿锵有力的一步棋。拐头一般很少有恶手，最多它不是一选，但是，它肯定也不太会是坏棋。拐头很有力量，尤其在中央的啊，就是拐头力大如牛啊，它这个很有劲儿，因为你本来搬的话呢，这是有一个断断点点，啊，而这个拐的话，等于我提前已经接断上点了，连上了。对它，所以说就很有力量。拐头是一个好点，这个吴老师错过了一个要点。那黑棋必然会想办法在上这个上面。面来动手啊。那刚才我这个下法，白棋冲黑的是不能挡的啊。那这么下的话，黑的下面要被吃死，黑的可能封不住白棋。说黑棋下面怎么下去是个关键啊。如果你下不去的话，那肯定是这不飞就白走了啊。对，胜率60，大约领先1目左右啊，咱基本上可以认为是，就是在中盘或者是对中盘以前的话，10个点1目棋啊，大家就简单的这么认为就可以了。10个点1目棋，对，但你不能说官子啊，官子可能40个点、50个点甚至80个点才一目棋。哟，这个反攻马打完我太白了，谢谢飞雨生活与玩乐，飞雨生活与玩乐，你这名字这么念吗？管头一般是面宽了。啊，这个瓦粘啊，这个棋是瓦粘这么玩的，然后居然瓦粘的时候，白棋继续过线。这样的话，黑棋接下来再并一个，把白棋这个两个吃掉。可是这个瓦粘也有一点，有一种盲点的感觉啊。总觉得黑棋，如果你瓦粘之后，白棋还可以脱先，占据一个天元，把这个黑的。这个中间给控制住了啊，而且反正这个瓦粘挺难下的，这个所以说孤子豪相当于这个飞给自己出难题啊。那么你如果再跳的话，白棋上面。跑，对，白棋要不要跑？我觉得白棋不管跑不跑，可能黑的都亏了啊，就是黑棋肯定都不如这个刚才压这个。这棋如果跑，黑的再搬，能不能跑得出去呢？再搬啊，这黑的是不能断的。如果你断的话，这个是被白棋这不吃掉是吃了吗？黑的不能断。那黑的如果粘上，被白棋给断开了，被白棋断开了。那可能白的还是要跑啊，反正人下棋的话，能不死尽量不死，能逃总想逃，下不出瓦粘，确实下不出。黑跳吃，跳完了的话，黑棋这个又走不动了。再去下面飞，这样，确实这边如果走不动了，那只能迂回一下啊。那决议的二选还不贴出来，先尝，不知道啊。反正如果能贴出来的话，我觉得他还是会贴的。双方对局是谁？执白棋是王兴浩，执黑棋是顾子豪。
谢谢金迪呀。投喂了这么多666，真是六。啊。这个贴一个，那可能比较符合王俊浩的风格，或者说王俊浩不想跟郭老师进行过早的一个中盘的接触纠葛，战啊。这个显然这个跟着硬是有点 B 战的。哎，B 战这个词这么熟啊？朋友们来波关注吧，也是有很多新的面孔啊，关注一下吧，关注我们一下吧，我们下周开始就要开启我们的亚运会直播周了哟。这个对不起，比较老实啊。黑的会不会把这两个子拿下啊？黑的愿不愿意拿下它？谢谢关注。亚运会有双打吗？亚运会没有，亚运会只有男单、男双啊，不是男双，说错了，男团啊，男团、女团啊，你说成男双了。张老师，你在想和跟谁一起下呀？这步棋就是盖死啊，决一就是盖死啊。那如果盖死是一选的话，那好像这步棋不难啊。那胜率黑棋又高了一点点哦啊，吼。但高了一点点意义也不大啊，这就是一个均势啊。那星号还是愿意把棋走得平稳一些，其实刚才还是很想逃出来的。那如果黑棋把这个盖死的话，对，对，盖死的话，这盘这棋的格局就很稳了啊。对，这个很快走的一选，就是双方的棋都很厚实。我们看，那大家棋都活了啊。本来以为长出来会形成一场混战，结果没想到长出来这个棋就走了一会儿，双方变得更厚了啊，就没有战斗了这个棋。恶霸好厉害呀！星号不也挺厉害吗？这个棋双方都不敢轻易的冒进啊，始终保持一个均势。郭老师中后盘超强，是，确实很强。郭老嗯，师中后盘，真的很厉害。尤其是中盘啊，就是中盘到官子这个阶段，感觉郭老师特别的特硬。别厉害，前期即使不占优都能扭回局面，很厉害，不知道哪一步棋。确实，星号是不愿意与恶霸中盘战战斗，斗，他愿意更平稳一些，赌博是就吧？是说明星号对自己的后半盘也有信心啊，因为毕竟星号年轻嘛，这个也是优势啊，占 个年龄优势。那年龄肯定是优势啊，星号04年的啊，今年才19岁，是吧？妈呀，好嫩呐！这个男同志。20岁左右的时候是各方面最强的时候，体力肯定最好。好嫩呐，幸好。他们都是一选啊，很厉害啊。这个棋要搬，刚才啊。如果冲的话，那黑的肯定就接上了。接上的话，白棋还得后手吃。彬彬有人问我，你讲棋怎么回答大家问题呢？那怪我了，我来念大家的问题，怪我了。郭老师年龄也不大，当然不大，但是这个咱就说这个围棋啊，这不都是竞技体育，这不都是越年轻越好吗？是的。不要低估人奶爸赚奶粉钱的决心。拖这个可能还是要搬进来的啊。对，已经下成这样了啊。这个黑棋没有冲一下，刚才决议的这个图是冲啊，冲一下，如果白棋打黑的再粘，那这个地方肯定黑棋比实战就差便宜太多了啊，所以说刚才决议的图我看是这样子，形成一个转换，白棋提了黑的搬下来。怎么19岁不嫩吗？
史上最多的呢？恶霸是哪年的？恶霸是98年的。这样形成一个转换，这一冲白血之后提了，白血不能打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！谢谢藤子，好漂亮啊！爸爸，98年。藤子，哎，你也认识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认识那个又藤子是你呀？的水军，你咋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认识的藤老师啊？那肯定，那真的是。跟张总学学棋，来。藤老师本来又是是，家属团。那不是藤老师是很著名的人物，反正算是个，不是因为他的棋强，人著名，你不认识，但是藤老师出手还是非可常以，阔绰啊！藤老师看第一次来是吧？啊，就喜欢滕老师这种老师呢，是一看就是个好老师 就啊，喜欢这种老师。这个棋没有冲这一下。被白棋接上，这个黑的感觉有点亏啊。这个白棋的棋形非常的饱满，这个能冲一下差太多了。哎，滕老师是不是？怎么浩哥也来了？你们怎么今天都来浩看哥，你了？又认识啊？浩总好，浩总好，滕总好，滕总好。不是，你们应该不是来跟我学棋的吧？啊，你们应该都是来看下棋的吧？啊，你学棋有啥好学的？大腿都绑住了啊！断一下啊，断一下尖顶。这个棋我跟你们说啊，这盘棋真的，你地铁可能够呛了，你我知道地吧？铁对，你肯定坐不上地铁，你可能得打车，对吧？啊，本来你肯定也得打车。这个浩。是啊，这不是这个艺农是也是你们的人吧？彬彬，你怎么不认识我呢？我确实不认识你，我不能瞎编啊！你看浩哥是吧？你根本就不是来看跟我来聊浩的。总，浩哥，你什么时候来北京让夏夏来接待一下你？这个不会您也认识吧？这个我不认识。他说他说了浩哥是谁？他介绍一下浩哥是谁？那岂不就是你们一圈的？不，那个人我不认识，那个我还真不认识那会不会只是你不知道他的 ID 而已？啊。那也有可能。就从这个格局上看，这盘棋真的是一点战斗都没有啊！这棋太皮实了。有瓜吃，我爱听。易农总，不来。是易农总，那个你到底是谁，我就不太知道啊。关键是你还不点关注，啥也没有，你这光皮你，易 农总。我的料不要乱爆啊！要不你要乱爆的话，我只能给你先踢出去。咋能这样呢？我给你拦着，一农总。这棋，这个尖顶确实是一个好点啊，这个。这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地方了。艺农是陈玉农是吗？真的吗？不是，应该不是吧？张不去，你问他，他怎么不当棋手了？我开啥车啊？快500人了，就是咱说现在我的巅峰已经是4000多人了。尖顶嘛，尖顶确实挺大的啊。有空调，而且还开了，咱这不是今天聊得比较激动吗？张老师学会踢人了吗？我其实没有踢过。我都是我帮他提的，这个换人都是我来做。怎么说我从小在少年宫学习的料都能爆这么深交吗？那看来可能，这不仅这是发小了，对，但是我确实不认识。那可能就是您不了解他的 ID 而已，是吧？但是为什么你不关注我们那一易下？农总关注了吗？对啊，连亮关亮注都灯没有。牌呀，农总，谢谢梧桐的分享，谢谢张老师。其他时间做直播吗？我们刚才说了啊，我们说那个亚运会的时候，我们从这周日一直到下周四啊，连续5天，是的，上午9点半，下午3点啊。我们主要还是围绕着比赛来着重进行讲解。荆门五虎之一，绿城，您是说您是荆门五虎之一吗？您是之一虎是吗？是说我还是他自己？这是关键。这样听夏夏的料，听不了一点儿，那我只能自爆，因为张老师连我全名都不知道叫啥。
就关键那天说了一下，我还是没记住。胜率刚才看黑的是四十几啊。但是张老师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来的，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入职的，说个人行为在其他平台不播的，他是野狐的人，他不上别的地方播。痛批，我现在胆特别大。哎呀，虎安班詹这步棋太有功力了，功力太深厚了。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图，先尖了，还是虎安班詹啊？就是必走这一步。虎安班詹这个棋很难想啊。个人行为没有补。啊，直接拆一做活一块。啊，看这个是典型的拖啊，那个这个啊，拖着他是对，吧？在底下啊，这个拖是一个做活的或者是腾挪的一个常用手段啊。一般腾挪就是用拖碰靠这些啊，说白了总结一下就是勾肩搭背跟别人贴着他走，这样好寻求一些借用。咦？直接搬砖啊！与决议就差这么一丢丢，哦，他先飞了一个，他先飞了一个，那这个棋黑棋跳可能有问题啊，黑棋是不是应该搬砖这个？看看决议咋说？您先说一说那我说黑子搬砖啊，啊，行，好。因为他强调，因为决议强调白棋搬砖嘛，所以说我就想着黑棋要搬砖。一般就是对方走是好点，那我觉得我走可能也是好点。野狐文字讲说，就是张老师啊，您见着活的啦。嗯，之前那是死的，是吧？看了吗？我就是说嘛，这棋啊，他强调白棋搬砖，那么黑棋应该搬砖啊。张老师好棒呀！北山南又在造什么谣？哦，搬砖。一选啊，二选也行。他跳一个二，跳完之后白棋它变成立了啊。跳上二选，这盘棋下的还是，就是我们会发现啊，用时长的话质量肯定会好一些啊。一旦一进入读秒，是吧？咱不管是各种级别的比赛，不管谁下，肯定是频频出昏对，招。那不能叫混账，就是频频出坏棋吧。就是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像那种掉特别多个点的棋比较少，是吧？可能掉20个点已经很多了，一步棋。但那是，咱鹰将第93手算什么呢？下下找事儿。真实实力的体现啊！跳这个应该是防止，它是防止对手加进去。我们看，如果你比如说黑棋，你再围一个啊。白棋这个地方有个夹子，一顶一搬，它要做活。做活的同时，我们会发现黑棋这个角快死了，它起码是，这个实际上这个跳是为了防守，为了补住这个夹啊。这样的话，你白棋再走，黑棋正好成为一个虎口这个地方啊。张老师名言：时间就是木啊。虽然你才刚刚来看这个数字大哥是吧？但是。看来是在野狐面上看我讲棋，是不是？我的名言很多。我怎么能是 P 鹰酱呢？这明明是明晃晃的蹭流量。张老师谁会上？张老师压谁？不知道啊，完全不知你道看，啊。谨慎之男，哎，他一点都不偏向。看直播很久，我记得195的尾号我是记得的，但是大哥说就不改名。没有，他说看直看播直很，播，对，我记得他最近都那在。他说很久了，应该不是在某这音个上月看，吧，应这该个不月是在吧。某音看了很久吧？就是还算久吧，这个月他肯定已经出现了。是吗？我以为他是说在野狐上看了很久呢。我记得他。时间就是木啊。啊，小雨点点下，我记得这位姐姐。
靠这个棋搬完一靠，好像也是一个常见的手段啊。那黑的搬的时候，可能白的再怎么连搬，反正白棋就是要在这边活一块啊。黑的总想上搬这个吧，或者退啊，要么就是上搬，要么就是退。信号很干儿。星号的思路很简单，就是做活一块儿啊。信号不稳定，输了正常。那信号跟郭老师下输了，当然正常了。上届的半决赛，就是信号赢了郭老师啊。我们看这个图，黑的就是退啊，那白的就在这活一块儿。那我们看胜率现在黑的只有30了啊。这不是恶霸的路子吗？前面这个拆一啊，那是不是应该长一个呢？长一个是不是也间接的会补棋呀？长一个白的走哪儿？白的是尖吗？这样黑的敢不敢不补啊？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一带围一手还是挺大的啊，把这个方块围起来。那后来走这个的话，黑棋胜率变低了。回顾一下这步棋跳补会不会有问题？哎，你看，果然它有问题啊，兄弟们啊，今天我的状态还可以啊。你看吧，决意就是先尝一个啊，你尖，然后再走几下，然后脱先，只是飞在这儿围，我是飞在这儿围的啊，就是思路是想围一个方块啊，把这边空围起来。张老师今天绝对是附身了，觉得因张老为，师文字解说更八面玲珑。但是文字再加那个什么的话，我确实感觉要挺累的啊。就是文字加视频的话，有点累。是直播呀，是直播我呀。想一个问题啊，亚运会不会10轮每场都要文字再加上视频吧？那我可能人可能顶不住了呀。关键局您文字加视唐频。老师，我能下一选也没用啊！我下一个一选，我下10个1选，一步勺子不就出去了？没用。张总这状态，大棋是不去可惜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快棋文字跟不上是，张老师那个打字速度是肯定跟不上啊。不是，主要是如果连续5天，每天都是那个。又文字又视频，还要说话，可能人不在了。美兔围棋俱乐部，你前面都已经那么高等级了，怎么能是第一次见张老师呢？莫非之前都是看的下一看别人跟那个什么阿党啊？可能你就是看下一跟阿党讲的是吧？可能看了10个小时啊。张老师谁好？现在现在胜率白棋稍好啊。星号稍好一些。这一带，想在下面走一手啊，但是如果在下面走一手的话，那白棋出来，反正活的还是很容易。而且下面他已经吃不到黑棋，吃不到白棋东西了，这已经没得吃了。亚运会24号周日，决赛3盘棋，但这是第一局。现在是个有趣的人啊，终于有人发现我有趣啦！现在一直都很有趣。我负责八面，张老师负责玲完珑。全没有感觉黑棋会飞这个啊！我以为黑的会在这一带拆一个，决意真狠啊！这个飞的时候白棋还要打这个，白棋居然不是在这一带跳一个，白棋居然是要打那个，力量太大了啊！啊，我这个是二选，我这个下面拆一是二选也不丢人啊。不丢人，能走出二选，每步棋我都是二选就赢飞了。一点不丢。张老师进步了，因为普遍你都在3选上。确实。
是面棋嘛？大家他俩应该是就是怎么说，肩并肩着下网棋。没有用勾践搭配下网棋。我应该把他俩那个图放那上。市民解说有鸡腿吃吗？张老师真的爱吃鸡腿吗？真的爱，是真爱啊！鸭腿也爱。我就喜欢吃那种红烧鸡腿。爱下围棋的羽毛球教练，可以跟您学羽毛球吗？哦，这个网友说的也对啊，每步二选就炸了，因为有别人一打吃，一选是粘，二选没有，必须得粘，要不然提了。确实每步二选也不行啊。啊，恶霸发力了啊！恶霸这步棋够恶吧？这样赤裸裸的去切断啊？有没有这个白棋有没有什么躲闪的好办法啊？我来给你们来一个。首先要不要冲这一下？这肯定争是争不死的。那这个地方，如果顶一个引征，他可以搬。啊，如果顶一个引征的话，你不走被我冲出来了。他好像可以搬。那我再来一下啊，让你吃，我揍你一下算了。我这个图是不是很有想象力啊？是。如果这个图就是我下出了一选的话，我要。马上参加比赛。我又有点想复出了啊，兄弟们啊，我有点小激动啊。他们双方现在下棋不是在家里啊，是在那个杭州，因为胡子豪有学，就他俩为啥都在杭州呢？啊，我的思路还可以啊，他是先走了这些，再靠这个引征啊，兄弟们。我还是懂点棋啊，只是次序跟他不太一样啊。起码我想到了这个顶啊，起码我想到了这个顶的引征啊，虽然没有命中前三选，但是的，是起码有这个思路了啊，有这思路已经不错了啊。作为先生给了您肯定，不嗯。错，谢谢唐总，腾总又送了唐个啥？总大方，腾总又送了个啥？送了我个小皇冠，谢谢唐总，唐总大方。腾总是不是看到了我这首《天元》？必须得给送点礼物是给张总加鸡吗？腿，哦，这个是鸡腿费是啊。给张老师的。腾总要不一会儿那个出来一下，我请你吃个鸡腿。对，他俩都是陪练吧？他俩也不参加亚对，运他们会俩都是啊。陪练，所以说他们俩才能今天晚上比那他赛。俩还不回来吗？这个陪练是一直全程陪吗？陪到亚运结束没吗？有，那不能再陪了，就陪到我刚才，21号。对，陪到21号嘛，21号结束了。没有空调吗？有有空空调，调。习惯了扇啊。真想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我们有两个空调呢。张老师还看好谁？看好能赢的呀？谁张老能赢我师，也看好张谁。老师看好好多人。我有野狐啊，你要跟我下哦，这棋棋吗？是真慢，我觉得说3个小时确实说少了，这已经快2小时了。这盘棋九，这盘棋十，得正好11点下了，这好残忍啊！但也不一定啊，啊，断一个先麻白棋，麻黑棋啊，它黑的麻不麻呢？黑的。我想静静的是党一菲老师。黑的，啊，他是觉得黑的如果接上呢，他就便宜了，还是说接上有这种手段？如果你虎的话，可以冲过来啊。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？这个棋，那黑的总不好意思接这个，黑的有没有可能就接？问题不大啊，黑得有铿锵有力的接上，或者说他觉得你粘上的话，他已经便宜了，以后这个官子可能觉得便宜了一点，也有可能啊。
谢谢你的情书，收到了。是不是只能接上面啊？除了接上面还能干嘛？看看嘟嘟弹幕啊，其实这个局面很难，你选，那太难了，不是一般的难。静静是谁？你说是党一飞老师那个静静吗？他不承认有静静。就是决议认为这个断线是亏了的啊。那当然，决议确实也认为只有接，其他的就要降十几个点儿，那就不用看了，是不是？接完了还是白棋这么脱先啊？决议认为断线是亏的只能啊。接。那这种地方便宜亏，说实话看不太出来啊。那反正是多了一个这个。多了一个这个加的手段啊，多了一个这个搂打的手段。可是本来呢，这个棋你如果不断的话，这地方直接就能加，黑的是不能立的啊。这立的话，你虎先手，把这个家给卖了。还是得做活。那黑的这应该只能接上啊。为啥没有东东？有东东啊，东东是我的幕后这步大棋佬。还咋还没走？不行，我得去个洗手间。我说你在这摇曳半天。我犹豫了半天去不去啊？我有野狐，但我不能告诉你们，你们欺负我，我这么菜。没有人叫我想下去了，没有人想我。点关注了吗，吉吉子？小花花被点亮了，谢谢左眼先生，成为星球守护者，Thank you。新来的朋友们，走过路过的朋友们，真的不点波赞吗？点点关注吗？我们两个在挤什么？什么挤什么？在挤什么？这现在只有我了。静静又在和小神下棋，战况如何？谢谢小花花，点点关注。亚运会不想看看我们吗？雨岛风是王星浩，你看到我野狐账号前两天下飞刀不是我，我还没有能力下飞刀，我当然不是职业棋手喽，我可以职业吹牛。刚开始，谢谢小花花，谢谢牛蛙牛蛙，走英子路线，避不了避不了，走不了，咱就说一个放飞自我吧。那我不会下棋呀，那还能干点啥呢？下下前国家队队员，那前面那个主播是谁呢？吹牛吹好了也好，行，可以，多帮你们搜刮搜刮八卦。关键是赢家英将有的吹呀、啊，人家是职业棋手啊，可以教教新手如何关注，点我们头像啊，宝贝们，哥哥们，点点头像，我18K，18K。18K，朋友们，你们点点头像就可以关注了。啊哈哈哈！啊，狼哥当然不是我讲棋了，我正好是上车玩去了。我的名字不是下下加两个字母吗？啊？那个，哎，啊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叫，我的名字跟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努力一下19K 行，哦，学了呀，那不是就是笨吗？啊，那果然啊，虚化就觉得断一下便宜了，刺的时候也粘上，那黑的总要断吧？还是莫非这棋还能不断？这棋不太能不断吧？不是，如果断的话，兄弟们，这手顶就来了啊！那肯定就这么想的，
很有可能。这七能不断吗？不能不断。下一上也会断，只要能算清扔子，对吧？很有可能断。几比几了？第一盘啊，0比0，还没有人进球。决意是不断。妈，右下角太复杂了，我看不懂。决意是不断的，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断，不过白棋等于先断了这一下，还是亏了，这一断把黑棋角走后啊，开始读秒了。哦，是的，了，恶霸先读秒了。啊，信号剩9分钟呢。就是黑的胜率50多是吧？刚才，是的。那这时候一步棋下错了，很多点就没了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断。B 段，网友说 B 段，尖一个是能下出来的吗？啊，这个拆一就是我之前想下的这步棋啊，嗯哼，现在是下了。应该好像是三选这个拆一啊，没毛病这步棋啊。从心理上讲是必须断，你25K，我才不信呢。但是白棋由于白棋先断了一下，黑棋就不一定要断啊。如果白棋没有断这一下，那黑的是必断的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一段明显是给黑棋这个角撞厚了一些，因为本身，比如说你白棋直接挡啊，黑棋，比如说你不断，那白棋这下来之后，你这个角就很薄啊。比如说啊，这个地方我就有可能有点一个之类的手段的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我有点噎着了。哦，我以为你说这个棋不断的话你想吐，我想你怎么要懂棋了？突然间啊。你夜一比我厉害，我什么时候到夜一，什么时候跟大家下？明年见啊，朋友们，明年见。这些手段可能以后就出来了啊！我这一个套招，这个角就给套走了啊！当然不会马上下，可能啊，就是有这个手段啊。白棋往这儿穿一下啊，往这儿穿，刚才是不是决意就是这么走的？我没注意啊，那决意是走的这个吗？这步穿如果是一选的话，有点厉害。我反正是往这想不了，恶霸不容易想清楚，这不是一选啊！这一步棋黑的怎么拆个一掉这么多点啊？掉了啊，10个点左右。二选可以啊，也够牛的了。一二三打过来啊！一点都看不懂了，听都听不懂那肯定越来越难。我什么时候到一，什么时候拜张老师为师？张老师心想，这辈子都不到了。这个棋先贴了一下啊，没有肯被黑棋白棋这个把形状走好，这是要咋玩的？那这棋就纯比计算了，越来越难啊！退回来顺势啊，退回来，那黑棋这个地方有就是变成一个软头，为什么叫软头呢？就是比如说啊，你来攻击。那我这个棋冲断随时是先手，你只有虎这个，那我长二先手，你得吃回来，那这三个子气就很紧啊。那所以说这三个子既然气紧的话，那黑棋可能就会在这一带跳或者飞吧。比如说黑棋会不会跳一个，或者怎么做点准备之后再断进来，会不会跳一个？先这个不太行啊，已经飞了。对，刚才就是说黑棋在这一带走，白棋肯定有虎嘛，因为这一带黑棋是软头啊，这个飞会不会有问题？何必要下那么好呢？那人家吃这碗饭的呀，人家何必要下那么臭呢？这么臭怎么吃维系这碗大家饭？多打打弹幕吧，我跟大家互动互动，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下下就是啥都不会解决了，啊，这个棋黑就应该飞啊，飞完了胜率5-5开啊，这个胜率很喜人啊，50%我也是醉了啊。我11点都够呛能下播，你还要跟我下棋，你想累死我呀？心疼心疼我吧。你看嘛，这个决意就是这么走啊，他顺便要补一手棋，因为这个冲断来说是先手啊，
这黑棋太紧了，他的尖就是补这个段啊，那么白棋再逃出去吧，怎么还是用这一个顶啊？这个顶早晚都得下，是吗？不知道，非是一选。那这么下的话，就是不想让白棋轻易的做活啊，保持攻势，非太有功力了，确实挺有功力的。吃完了再跳啊，棋越来越激烈了啊，这个棋越来越难以猜后边的进程会怎么样啊。下下不累，但是下下现在看不懂。啊，别说下下了，我也看不懂了。我一样。这个棋忒难了啊，这个棋找不到方向了。是吧？我免费的人气票，朋友们可以送一下。胜率多少？是，看一眼胜率吧。我已经找不到方向了。有灯牌的朋友们啊，送送免费的东西吧，送送免费的礼物呀、我怎么感觉恶霸进入了他的节奏呢？吃这个，就是吃这个是要活棋啊，就是活在这儿，接应一下自己这块啊。因为这有冲断的话呢，那黑棋也不好去吃白的，而且黑棋这个下边也没有活干净，也没有完全活啊，这个地方，所以说黑棋飞一个。我们看这两步棋都非常高啊，这啥意思？给大家解读一下，这个吃就是。想做活的同时占一些便宜啊，这个地方因为后边还有一些先手啊，追求效率的活棋。那黑的补棋呢，也是一边补棋，就是接应这块棋啊，同时也占一些官子啊。直接冲断有点损啊，这个棋不太会冲断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顶又来了啊，这时候可能顶有点危险。但是就算这个吃也很难啊，这也不一定敢吃啊。这个时候都读秒了，这个棋就后边的错误肯定会有很多。欢迎进入直播间，朋友们，没有关注的我们点点关注吧。我们是野狐围棋的官方直播，信号厉害，信号下现来。在只能说就是广告词了。我觉得，这步是一选信号还是？哦，下出来了，谢谢。局面很是焦灼呀。啊，这盘棋的胜率双方好像都没有怎么上过70啊。也会有叫夏夏的，那不是我，因为我自己想注册也没注册上。这步棋我记得啊，就一手飞下来。是。啊，这先并一下，看看白棋怎么应啊。那白的正常是不是得接上？一选很正常，一选也很正常，也，但是总下一选就难了啊。这个局面很累，这个局面后边。注定会很激烈啊！下家没有 E，下家只有 K。哎，我们晚上最晚的一次直播到了几点啊？目前就是最，看今天能不能突破吧。我直播到最晚就是有一天快10点吧，就还没到10点。9:50那样。那今天那肯定不止啊，今天10:50的样子。反正10点半是打底啊，3个小时打底，因为确实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么慢啊，而且这个还是因为奖金比较高，是决赛，双方下得很谨慎。总统军训了，都19号了，怎么还军训呢？啊？他可能上的是军校，那你天天练体能？其实我想起来，总统是那个哪儿申大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深圳大学，军训到28号，啥大学？现在军训到不是，这不是啊，深圳大，现在军训这么久啊，都。凯文高说了一句正义之言：“爱看围棋都是有他品一味直在帮我，刚刚都说大家多多点赞，多多送人气票。的。”此乃正义之言。我能知道真假眼就不错，哎，真假眼还是能知道的啊。咱就是说，这个我们看看天这天个在地做方题。啊，已经3秒、2秒、1秒
落子了，飞这个，飞这个分段白棋，然后同时防止一下白棋这个靠啊。那么白棋现在是咋做活呢？我来看看啊，比如说白棋。这个次序咋走是个问题，比如说先冲断黑的虎，然后白的再这样子是肯定可以连上的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在连扳啊，这样是肯定可以连上的，但是这样连好不好可就不知道了。黑的是不敢断白棋的，因为你断白棋自己这个就被冲漏了。这个白棋连的方法肯定是很容易啊，就不知道怎么走好，而且是肯不肯先冲断也不知道。先冲断有点损，那会不会比如说直接靠有没有可能？这样连扳，先不冲断。黑棋这步棋有落空的感觉啊，就是黑棋上一步飞，看看。看胜率吧，白怎么治孤？耶，这个决议怎么回事儿？黑棋怎么走了一手棋，没走他的前几选之后，反而这个胜率变成这样了？他这个打吃不是一选吗？刚才，这是啥意思呀？我晕了。就是他，靠。就是决议，莫非没有看到黑棋这个飞？啊，青放是走了我这个靠是吗？靠了，哎，哦，并的时候不应该粘。被并到了一下，这时候莫非应该机敏的冲断？哦，这时候可能应该机敏的冲断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决议被干崩不，了。刚才是并的时候啊，并的时候不能粘这个棋，要先冲断，兄弟们，没有粘的图，或者先顶。就是这个粘，我们认为是必然的一步棋啊，被黑的并到了一下，这个胜率差这么多，差了好几十个点啊，是吧？不冲断就冲断不到了，是总这个问统，题。就是我以为这个粘是只此一手啊，那星浩也没怎么想，应该这步棋啊，可能想的也不多。这谁看得出来？是啊，所以说决议的棋太难了呀。那也就是说，本来黑的这个并不是，不见得是好棋，但是他抓住了就是人的一个弱点啊。他这个地方认为肯定要连，结果他居然不连，我能有什么招啊？大家都厌恶吗？咱太先，机敏了，确实太机敏了，这一并啊。这一并的风情啊，这个黑棋靠的时候，黑的是粘这个硬啊，这个粘，我确实没有想到，我以为肯定是虎被白棋挖啊，这个粘会不会，这个粘不管怎么说是孤老师一流的反击啊，这个粘用我们的话说是下得很紧，很紧凑，紧凑的紧啊，当然好像决议还是虎。决议就是被挖完扳啊，没，好像还没有粘这个图，有三选降了十七八个点儿，看来我也不能乱吹捧他们啊，有的棋我可能比他们走的也不差啊，我觉得虎看来没问题啊，这个主要这个接真的是我都，这个棋我完全没有往这儿接的感觉啊，真的是这个棋如果没有 AI 的话，不真的不知道怎么。走哪儿好？看不出来，但是怎么我也是没有这个接的感觉啊！这个棋形太憨厚了啊！不会又是滕老师吗？谢谢金迪亚的草莓蛋糕，啊，这不是滕老师吗？这是金迪亚小的鱼蛋多糕。乐叶六，哇，叶六好厉害哦！叶六应该能看懂吧？正好是今晚多次想要复出，我多次都想多了是吧？我们还是没有预告，我们今儿没有预告。
轰过来，反正这个棋不管怎么样，白棋起码不会死啊，白棋没有死的可能性。俩甲也能活，能共活吗？不知道。没有 AI 就没有标准答案，以老聂为准，这话说的实在啊。聂老的一句"哈哈哈"，你把棋收一下，很精彩。你咋了？被咬了？有点痒，其实好像没被咬。嗯。哦，恶霸好像用掉了一次，还有两次。信号也快都没有了。是。谢谢关注。谢谢关注。哎，咋又五五开了？嗯，粘这个，就是黑的粘这个，我刚才不好吗？刚才不是说了黑的这手粘不好？啊，这样白棋就虎，一串五子棋连回啊，白棋这个这一串尖，超级防守啊，这都是虎口，从这儿冲，这是虎口，是不是？嗯，然后如果你这样挤呢，它可以这样吃完粘上，也断不进去，断完被打死了。反正就是一串房。今晚就下这一盘，再下就得明天看日出了。走这儿，走这儿，白棋如果搬，搬是啥？你提的话，冲过来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从来，如果退的话被扑死，但是扑死也不一定啊，扑死了，这地方给吃完，这盘死了有可能。不过我觉得白菜总得先搬一下吧。这是第九期的决赛，为什么选择晚上？因为我们野狐的那个网期都是晚上，我们选择最热门的黄金时间。野狐的黄金时段大概是9点钟左右，感觉上啊，然后，但是我看某站跟某音可能应该更晚一些，我感觉，更晚吗？你们平时都几点睡觉？什么时候我感看觉直九播点啊？应该人不是最多的时候，哦，半夜2点。我觉得我觉得某音跟某站应该是，因为某音我看的会多一些，我感觉可能10点钟可能就是大家躺在床十一上二的。点了，对，大家躺在床上没事干的时候，是吧？那时候，属于自己的时间更多一些。设备不是没寄到杭州，是都给我邮回来了。哦，这个其实要先虎，再搬。不行了，这图太难了啊，这太烧脑了，这脑力不足了。看这棋啊，看这棋脑力不足了，只有看他们表演了。我就说，如果是方向的棋。有关方向的我容易猜对啊，但这一近身肉搏，我这个老同志平时又不下棋，实在是算不动了。就是一到这种地方，我是彻底是放弃了。就现在这个局面，我想知道网友们就是应该也没有那么多人会下吧？就是你们都不会，我也不会，我们都一样。那年哥还想问决赛一人多少时间，读秒好多秒啊？决赛一人1小时，每方40秒的读秒啊！现在双方各剩2次40秒的读秒啊！也很难，你们也觉得很难，是不是？那那我那。我觉得难，他们肯定也觉得更难根本了。想不到，那我们都一样，我就可以骄傲了啊！那这样就是职业棋手的棋就跟18K 也没有什么区别，看不懂有什么区别吗？叶幽兰，你说的太含蓄了。你说这种计算，张老师肯定比不过恶霸和信号了。你说那我能跟他们比，都是给我脸了。我有什么脸跟人家比啊？张老师靠绝艺活着，当然，这张时老候比计师。算，我哪看得清啊？我这一脸蒙圈但啊！张这老是，师大局，我觉得应该会比他们强，布局什么的，是吧？张老师，肯定是这样。没事，张老师马上就要复出了，朋友们，期待一下吧。缺经纪人吗？张老师，经纪人只能请免费的。我可以。我天，这个实在太扎心了，
中国打个印度赢了印度，居然中国男足居然赢了，天，中国男足赢印度也居然赢了，现在就得这样了，关键中国还是主场啊，叙利亚都输了，不叙利亚本来中国就踢不过呀，叙利亚不是那个什么十强赛中国就输给过叙利亚，那印度也得说一下嘛。哎，泰国是不是也输了？泰国中国也输过，这些球队你知道吧？就是泰国这些，以前中国一踢一般都是赢他们好几个啊，就是那个90年代的时候啊，我印象中，就是那些感觉赢三个不嫌多，一般主场得赢五个，嗯。真假呀？搞印度三个抽筋的，因为印度三个抽筋了吗？真假呀？现在用印度都要用居然啊，什么时候那个？哎呦！服了，哎，这盘棋不会啊，他不会死棋吧，白的？啊，兄弟们，不发生了什么？白棋这眼好像突然间没了，不会被吃掉了？吃完肠，我不相信这棋会死。但是看决议这个意思，怎么活不了了？这棋外边突然间垮了。这没眼了吗？嗯，这个图我看明白了啊，兄弟们，就实在不行，最不济的我粘上还能活、啊，我粘这个你粘这个，看见什么可笑的？不是，对不起啊，这个男足这个我出不来了。哦，赢印度出不来了是吗？印度踢球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而且印度踢的是不是足球，咱也不知道。印度不是玩那个板球挺厉害的吗？留给男足的对手不多了。就是实在不行，最不济的啊，白棋可以这么做活，这也不是我看明白了，这一顶起码可以活，活了。虽然这是一个假眼啊，但是我还可以让它变成真眼，你不能再往里挤了啊。是啊，起码这棋可以活啊。好讲棋 ，OK， 主要是弹幕太搞笑了，朋友们，弹幕真的太搞笑了。苗总那个打吃完一病，他是尝一个，活着肯定能活地。黑棋自己这有点不干净啊，这个地方被吃了之后，这气也有点紧啊。就是黑棋现在一方面要想着攻白棋，同时你要注意自己的问题，那是不是黑棋有可能现在在这个地方飞一手啊？黑棋是飞一个还是挺大的，这地方有危险。踢球吗？不踢啊。您这又不是聊天直播室，但是我们一子多用嘛，我们也可以聊天啊。完了，胜率没有了，恶霸这个后盘中后盘确实厉害。这是啥？吃这个也有破眼的意图。刚才不是说这如果被白棋团一个的话，白棋这地方有个活棋做眼，把这一吃，你起码白棋这没有眼了。下边黑可以先打一下。啊、那二选是这个飞啊，二选是我的人，因为我看不清，我只能防守啊，攻不动我就防，攻不动只有防。但是恶霸选择继续干啊。继续干，那先团一下不亏啊，先团一个保证啊，对，先团一个这个。那恶霸这个贴错失一个良机，这个吃确实是好点啊，这个吃主要是把白棋这个眼给破了。如果刚才我们看，如果刚才吃你如果接上的话，那这棋就死了，这地方做不了眼了，一下这地方空出好几气来。嗯，因为刚才你团完了坐眼，你挤再一团，你把气都给填满了，现在这气一下松起来了。嗯，所以说打吃是要点啊。啊，但是白棋就是信号就直接坐眼了，这棋直接坐眼肯不肯呢？难道没有点什么反抗？直接坐眼肯定是很委屈啊，不想坐眼。
真的不想做眼，看看觉得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。和印度女足踢一场，这简直是杀人诛心啊！什么叫胜之不武？哦，决一这是要拼了，这是要跟黑鸡杀对杀吗？决一这个下法肯定要对杀了，这后边先把这个木捞了，一会儿再做眼。如果黑的敢吃白棋，黑的白的就跟黑棋对杀了。当然，这个棋读秒是不可能算得清的。下下数骆驼的，对我也觉得，我也说下下啊，这个水杯是数骆驼用的。大吗？这大吗？不大，不大。它才多少？我看，它才1升。冲这个。对，我刚才也想说，这棋怎么也得先搬一下啊？搬一下也比直接做眼强啊！实战直接做眼三选，被黑的一断，这目不够了是吧？但是我们看恶霸一直没有停止自己进攻的步伐啊，还是很犀利的在冲击。白棋要反击了啊！信号忍不住了，不能再忍了啊！虽然这个地方黑棋有一冲啊，白棋你如果挡的话就被打断了啊！但是现在黑棋等于是白棋等于是先来抢攻啊，先来冲击黑棋，感觉上不错，以攻为守。有对杀就不能考虑做眼。不是，首先啊，兄弟们，这个读秒啊，他第一他不知道形势怎么样，他来不及判断，肯定这棋没有差很多。即便黑棋只有十几的，白棋只有十几的胜率，这棋差距也不大。看看这手反击如何。它真的有1升，因为它接近于一个球体。确实看不出来这个容量这么大。因为我不爱喝水，所以就买了一矮个，胖型的它是，对，买了这样的杯子，强迫自己喝完一杯就可这就是白棋应该上面接上啊，这接上已经变成细棋了，就不怕黑棋冲击啊，黑棋冲它就退就忍，就这么做眼啊，但看着容易也很难啊，这棋死活也算不清啊，没时间啊，他算不清，我更算不清，亚运会围棋会有3个金牌吗？对，你三块金牌。是想说我们能不能得3个金牌吗？哦，这个图太难了，靠的时候决一是挤这个，让黑棋再断回去，这靠是二选，所以说也不错啊。挤这个是想做眼黑棋，然后再断这个，断这个目数太大了。这一冲漏了，这棋这冲的不是给冲漏了吗？逆转了。这一冲应该要逆转吧？这黑的怎么办啊？我这没时间了，确实很难下呀。这围棋，时间真的就是木啊！这一冲怎么办啊？何以解忧啊？这时候只想喝一杯了。这冲不是，这怎么收场？吃，对，变成黑棋18了，对，是没办法了，你只能那么连。然后这下面被捅漏了。然后白棋在做，白棋在做活，那黑棋自己这个饼还要做活，然后这下面，这个是很明显的黑棋的大失误啊，就是黑棋恶霸这一抢攻啊，抢出事儿来了，前期领先时间也没有发挥作用，其实双方现在都剩最后一次读秒啊，都有，因为。之前就说了，这个到了读秒期间，双方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失误啊。比如说你白棋这个做眼，对吧？但是做眼可能不是明显的失误，但是黑棋这一串的下法啊，白棋不滚包，就黑棋这个下法肯定是明显的亏啊。黑的没滚包啊，白棋没滚包，这又是啥呀？白棋现在得吃完挡上啊，
再让黑棋做活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白金，你真的是 K 级吗？另一个，那反正现在黑棋肯定要活，这样黑的应该也亏吧。觉得亚运会应该会有一金牌吧？主要是广州亚运会13年前中国就是三块银牌，主要是围棋别的比赛别的项目我不知道，这围棋三块银牌实在是太讽刺了啊！一共就这么几个国家玩，对吧？你那不过确实，如果是象棋三块银牌，可能更讽刺。你看这个胜率如同过山车一般啊！哎，这怎么到这儿？搞错了。我们要看这个时候的胜率啊。是吧？怎么今也得拿年一块金牌是吧？啊，今年怎么也得拿金牌啊！象棋越南挺强吧？象棋可能越南确实是第二名了。啊，我不搭理你，那没有不搭理你，刚说什么了？可能刷过去了。这个时候黑棋在断在这里吗？哎呀！那这里这块棋能活吗？你问谁呢？我也活得很惨，这被一点。不是活得很惨的问题吗？这一点能活，这一点活，我点你要跳刃。白他老金，四，你16K。比这里好像可以活。跨决一的黑怎么用的？黑的用的很垮呀，就是这一带黑的硬垮了呀，没硬好嘛。就是这一跨的时候，黑棋没有硬好啊。这个地方决议说要挤这个，挤这个人肯定走不出来呀。实战就是时间不多了，跳这个想威胁白棋嘛，结果威胁了个寂寞，把自己的气装这么紧，然后变成黑棋自己苦活啊。黑的胜率怎么突然垮了呀？读秒了就是这么突然啊，一切都是这么的突然。下看腻了，不行，不能看腻，看腻不了一点儿，不该重搬吧。搬应该也比他这个强，咋走都比他这个强。他把自己断开了，哎，我这个他一走棋，我发现这经常会变成这样子。又退出去了，又对，退了好几步，是这个贴，那白棋总得虎一个呀，白棋总得虎这个做眼吧。对，这女子也是啊，周鸿祎没有选上啊，这个也很可惜啊。周鸿祎好像就比较怕于之莹，老张稍稍请英将来直播，你看你了，让我们下情何以堪？张老师就看你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让下。啊，这个图。这是什么？我有点晕了。点，黑棋立这个，白棋做眼，黑的破眼，白棋为什么还要粘呢？我这个决议图我已经跟不上了啊！这是啥呀？白棋干嘛要粘啊？白棋点黑的点啊，对杀。那看来恶霸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啊！恶霸是拼命了，确实自己活不了，只有反杀。
亚运会开始吗？亚运会还没有开始。亚运会是24号开始，这周日啊。这两块旗都有啥？那是不是九死一生啊？黑棋应该杀不过白棋啊，感觉上。不是23号，24号，我敢确定是24号。我看看日历啊，别搞错了。我看看黄老师发给我的那个日程，我记得是24号，就是围棋项目是24号，我指的是。这个字儿太小了，估计给你们看，你们也看不见。这个他们能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这上哪能看到？怎么太看不小到？了，是24号周日开始，有可能亚运会是23号开始。刚说这个棋，黑棋九死一生，这怎么？变成这胜率了，这不让下班啊！这要干成生活吗？这胜率太残忍了啊！我们只能欣赏了，现在啊，我们现在只能欣赏了。这个棋，他们都算不清，我们如果只看决议也没什么意思，因为这个太难了，现在。听不懂一点，听点歌吧。进入对杀阶段，我肯定说的是围棋项目啊，别的项目跟我啥关系啊？没关系啊。去放点张老师那个年代歌，那是啥呢？谁呀？不是，你别放我这个年代的歌，因为你一放我年代这个歌，你知道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？你知抢道呀！吗？啊，就会出现我想唱的，我就可能想唱了呀。听听，放点谁呢？放点那个叫啥来的那个，哎呀，李克勤。你不会来个夜半小夜曲吧？张学友的歌吧？是不是？最后变成张学斌的歌了。恶霸一直都擅长那个后半盘啊。声音小吧？这首歌叫什么来着？如果这我这都不都算不爱。算爱，194啊，恶霸终于死去了这个棋。恶霸好像死了。断进去啊！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啊！但是没有时间，确实很太难了这棋。你们能听见吗？杀气杀不赢。黑中央顶一下，是不是有一个眼？看棋的估计一小半比老张大，很有可能。能不能听见？你们能不能听见啊？背景音乐不错，下下可能不放点音乐困了。我举着来。这棋有一点可以肯定啊，10点半能下完下下。确实啊，围棋下错一个子就天差地别，是这样子啊。电脑上可以看他见还吗？有一种可能性，下成双活。双活的话，双活就很漫长，那肯定要收完官子。双活也输了，那看起来这有攻气呢，就是啊，白棋
那就是这样，白棋先手双活，你看白棋脱先了嘛，最后一步棋就是双活，白棋先手的话黑的空不够，那肯定黑的空不够，因为等于是本来黑的可以把这个十位这个地方断死，结果黑棋等于是跳了一个之后走一串，下面的空也没了，然后还被白棋粘上了啊。那黑棋绕一块等于白退一手棋。我不务正业，我不干正事儿，我解说不了棋呀、啊。我的存在，咱就是说，就是一个跟大家互动、读弹幕的。我发现有个著名人物进来了，肯定是这个吗？是这个。啊，这个是谁呢？啊、这个是星浩的爸。啊，是吗？对。那肯定很激动的，这是要冲进来看看棋到底怎么样啊。星浩爸爸好，您好。嗯，那这样的话等于黑棋走一串后手啊，亏了一手棋都不止可能。只要是这一粘的话，先手白棋先手双活的黑的垮掉了。我们某音有信号的爸爸进入了直播间，这咋能单局循环呢？嗯，那基本上这个图就是按决议的下了。那黑棋啊，兄弟们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就这个时候，黑棋跳之前啊，就这个时候，黑棋跳之前，决议是断，如果你断。这地方你白棋算不管怎么断黑棋啊，不管怎么断，那黑的这一吃一虎就活了，那白差一手棋，实战等于转了一圈之后是向上了一个双活，然后好像这个地方还被白棋目数便宜了，然后这个白棋接上了，白亏一手棋啊，这手棋等于是副作用，那所以说这个棋跟胜负呢就可能关系不大了，但是可能会要到下一会儿，因为只要没有死的话，总要收官嘛。毕竟奖金这么多，还要收一会儿。是的呢。对，我们不要打扰星浩爸爸。黑135手是转折点。我看看哪个不是135。哎，135点过了啊，就是那个跳，对的，那确实那个是转折点啊。最后再看一下胜率，星浩去年在野狐拿了100万，对吗？没事、啊、是算过，大概是都算过了、嗯，可以早点下班吗？40万下一个围甲都不一定有这么多，确实是不一定有，所以说他们才愿意下。野狐之男是什么鬼？野狐之男是什么鬼？只有我卡吗？那你重新进一下呢，白鲸。就是他在野狐之男，就说明他在野狐的成绩非常好啊。他在野狐的成绩好，他在别的地方成绩也就慢慢好起来了，在线下比赛他也好起来了呀。足球之男，你们是在翻列表吗？不是，足球之男的话，那中国的作为一个国人，那很容易变成足球之男，这没什么好吹的呀。张老师恢复的不错哦，昨天直播惊吓到了吧？你昨天直播了？昨天不是播鹰将的题吗？上午。那你有啥惊吓的吗？我不是，我心脏受不了吗？他们想问我有没有出院吗？嗯，这个棋信号肯定应该能点清目，而且犯错误的机会不大了。这个地方，那个收一收气啊。张老师，黑 L 九怎么样 ？L 九 ，L 九九 ，L 在哪儿呢 ？L 在这儿。啊，那个地方是可以 buff 的，但是那个地方不大，或者不是关键的地方。
刚才有位棋友说这个地方有个 boss， 因为黑的顶上是先手，这个地方确实可以挖，是一个倒扑啊。主播和信号下有几成胜算？就张老师呗。也不一定，有可能问下线。侮辱我啊！因为星号也是在那个野狐还是训练了挺长时间的。争霸赛怎么改成晚上下了？争霸赛一直都是晚上下啊，晚上观众多呀。哎，这步棋为什么是这步棋为什么是顶一个呢？啊，这棋不是可以搬吗？这不是可以搬的吗？搬完接上多好啊！这棋为什么要顶啊？一九开，哦，因为顶黑的也不挡是吧？下一场就是明天，明天依然是7:30啊，朋友们。一九开很客观，我觉得啊，一九开也未必客观，未必我能赢得到一盘。哎，我决定做个那个预告放在我们直播间上。嗯，明天第二盘。对，明天20号，这首歌是谁的呀？烦恼歌呀，张学友的。这我真没听过，怎么张学友的歌我也没听过。野狐人气争霸几点开始的？7:30啊。白棋已经95.8了啊，那95.8的胜率问题不大，应该好个3目棋左右啊。我决定做一个去看中国男足的奥运，那个亚运会还是啊，眼确实是很大啊。这个问题我确实得提一下，又忘了啊。这个总会没有啊，怎么走一会儿他就退回去了？又没提。我决定做一个。哎呀，完了，忘写时间了。哎呀，张老师也困了。19:30，不是，主要是这棋讲到想前半盘比较容易啊，可以分析一下思路。这讲后半盘的话，这全是得那个计算，这太累了。计算哪吃得消？说不定有英之一手。国足5-1印度拿下地球德比，我要醉了。张老师用吗？饿狼传说居然来了，这个我熟啊。狼来了。哎呀，夏夏准备已经开始做明天的预告了。争霸赛不是15秒的快棋轮的，15秒的快棋是前两轮啊。对不起，有点太大了，朋友。马上就小。罐子要翻车吗？信号干了什么事儿？放这合理吗？咱说放这合理吗？挺合理是不是？先放着吧，别管它合不合理。放这儿挺合理的。就放这儿了，放这儿很合理。主要是现在大家很饥渴的想看一眼胜率。明天谁和谁？明天还是这两位啊，交换黑白啊！明天变成恶霸白棋，遇到红黑棋了。好了。确实，那步顶为什么不搬进去？是没太看懂。赶紧看一眼胜率吧。谁说要翻车了的啊？放我们头上，这不放我们头上吗？很明显了。谁说要翻车的？人家信号不是97.8吗？别瞎说啊！哇哦，应该悬念不大了。这官子还有点啊，那还有一点官子。
如果明天平了第三盘，还要需要跟两位选手沟通一下，这个不太确定呢。嗯，搞不好要十一之后，因为想十一以后马上10月8号还有围甲，想给大家看那个现场画面嘛。但他们俩可能要11之后才能。最关键是现在北京没有训练，他们未必回北京。想来野湖的话，挺难的，好像。是吗？嗯，因为主要是他们两个在北京都没有房，那他就平时不会来北京，这是个问题啊。搞不好还是要杭州现场赛。就这样吧，不调了，就这样吧。嗯、总会有一点缺憾，十全十美的事情是没有的。这地方应该放鹰要写真的，什么要要不下一期我们邀请一下鹰将特邀鹰将，然后鹰将上来就是对上鹰将让梁子，嗯，我这个主意如何？行，给鹰将一张外卡，对上必须让梁子下。您和鹰将下这个场面也很精彩。那还是如果说慢棋的话。比如说这些士冠就要战鹰梁子，这还是很有看头的啊。据说柯爷在亚运会上将有脱胎换骨的变化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吗？那据说柯爷是那个保持着2天游泳一次的这种就是体能训练的量啊。大家不要觉得下围棋是动动脑跟体力没有关系啊，那其实是。对体力的要求还是很高的，高的。对，你像我这个完全不行，现在已经晕了快，所以说你让我怎么下棋啊？我下棋要不输就见了鬼了。刚来神好，现在信号好一些。嗯，好挺多，是吧？嗯，胜率是好很多。嗯，官子就是越来越少喽。感觉柯洁，是，可能其他人生长得太快。我们先来看看有趣的，这个地方的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先紧一紧气玩怎么样？反正是，这空气太多了，也没什么好紧的了。确实空气太多，谢谢。北京未必是买不起房的，因为他老婆是成都的呀，他不一定要在北京定居。鹰将说慢棋让梁子没问题。对，我也觉得是，就是。也不用太，也不能太慢，就是那个，比如说是每方一小时，每方半小时的。我们比赛本来大部分的时候每方半小时，每方半小时，然后30秒读秒。我感觉有的下，也不一定怎么样，因为一读秒的话，那肯定，你像他们都这种高手嘛，对吧？世冠级的，他们一读秒问题都很多。那如果说鹰将来下一读秒，那肯定跟我比可能是不一定谁更晕啊，那肯定后面盘全是勺啊，那勺子肯定是一把一把的啊。没关系了，嗯，哎呦，鹰将说慢棋是一方两小时。嗯，那两小时，那我看好，我有可能看好鹰将。两小时确实。喜欢看勺。这棋应该没什么悬念了啊。那真是大财神呢。啥是大财神啊？潘廷玉，范老板。是吗？我来找一找。还要找一找啊？真的哎，真的哎。嗯，
压了谁？压了于道峰。嗯，毕竟是同门啊。阿党输了半目，嗯，阿党挺可惜的呀，阿党跟静静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阿党跟静静，哎，阿党跟恶霸，你这个，阿党跟静静，谣言出来了啊！左手输给右手。张老师教过范印吗？他们都在野狐训练过，但是我没有不能叫教过范印，只能说他在野狐训练被我领导过。啊，有人说这不是范老板，仔细检查一下对比名字。二。啊，确实不是。他那个第二个字母不是 K， 这是蹭热度的，属于啊。对，字母确实你有可能看不清啊。确实是啊。这是假的，这是个假范老板，假老板。大象是谁？王浩洋老师。冒仿，仿冒了，赝品。本来以为10点半下不完，但是现在这个速度起来了，因为起不是细起就快了啊。如果起很接近的话，那确实得铁得下了，这跟局面还有关系。像座影先生。就是就不容易被别人仿冒，字母确实看不清。一颗平常心，对，大象是王浩洋老师。99.8，好像胜率可以不放了啊，只要没有明显的勺子，应该没有悬念了。这首歌经典啊，学友的经典歌曲。这是叫什么？爱你爱到我心痛是吧？等你等到我心痛。晕了晕了晕了！你们连柯洁房贷还没还完都知道？人家就算有钱也未必要还完房贷啊！不证明不欠房贷就是有钱人，是不是？这个女的有点什么，我都拼不出来。叉吧，叉吧是什么玩意？不知道啊。这哪里的话？不懂啊。我学东西了啊，学到了一句黑话。张老师都不知道啥意思啊。张老师跟大象下如何？张老师现在肯定下不过大象啊。张老师现在不比赛不下棋的，能下得过人吗？学兵学友也算同门了。所以说以后就是今天是决赛，一定要播那个学友的是吧，跟我有关系。今天是决赛，决赛第一盘。谢谢东海。差吧，意思是话多。那就对了，话不多。话不多来这看画，我就是来说话的。啊，比赛奖金冠军40万，你看你还问我话啊？那我回不回答？我，哦，话多。妈，这一下怎么是卡了吧？刚才一下走了好多弹幕，不知道啊。对，等你等到我心动，不知道岔不是哪里的方面。可以问问那个 team 是哪里的？反正应该不是东北，要是东北你们知道是吧？嗯，不是，东北不说岔吧。决赛几盘棋？决赛3盘棋啊。突然笑得很大声，我很难控制音量。
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那好，嗯，哎，结束了。嗯，下回小点声下。三番棋。嗯，简单回顾一下，就是关键黑棋在，应该说是全盘形势最好的时候。所以说这围棋真的很神奇啊，黑棋在形势最好的时候，我们再看一眼这个胜率啊。嗯哼，这个时候黑棋的胜率已经80多了啊，快90了。我们稍微小小复嗯，盘一下啊，朋友对，们，可能有啊，刚黑来棋这不边久的。84啊，这局也怎么变成冲了？我怎么记得之前是断死的？断死比较清楚啊，断死黑棋82啊，82应该是黑棋几乎是最高的时候胜率啊，要是走了这个是84啊，然后。黑棋在形势最好的时候，然后一跳想威胁白棋，这一冲白棋不活，但是王俊浩反戈一击啊，瞬间攻守逆转，然后黑实战再一虎呢，又变成白棋有可能先手活了。由于白棋这个地方打吃完一提有个眼，那黑棋一会儿你如果你正常去做活，那白棋肯定可以粘上这个，这地方有个眼，这地方有个眼。然后你一会儿还要连这个克子，那肯定是吃不了白棋，等于黑棋白白走了一个后手。所以说，围棋就是这样子啊。有的时候你看着是你最好的时候，但是如果你计算一旦出现了失误，